好的，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委员人数。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除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9:00至12:42，地点扁宴清闲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4人，内席委员李坤哲委员等21人，内席官员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率所属单位主管等，主席庄召集委员瑞雄。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二、邀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顾主任委员立雄率所属机关首长暨中央存款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管相关机构有关之财团法人、台湾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期货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等董事长、总经理类型业务报告，并被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就业务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吴秉睿等17人提出质询，经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导完毕；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讯，请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刘建国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上次议事录有异？没有异，我们议事录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邀请中央银行杨总裁金龙率所属单位主管暨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类型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还没两个对。好，谢谢。我们现在在进行报告跟询答之前呢，我们原例先来介绍在场的委员跟与会的政务官员。我们在场有费宏泰费委员，还有我们郭国文郭委员，还有我们蔡碧如蔡委员。我们今天列席备询的有我们中央银行总裁杨总裁。还有副总裁严副总裁，还有我们业务局陈局长，发行局的施局长，外汇局的严局长，国库局这些陈局长，金融业务检查处我们萧处长，我们经济研究处林处长，秘书处的那梁处长，会计处黄处长，我们资讯室李处长，人事室我们这个张主任法务室我们吴主任，再来一些就点啊，就应急中央印制厂总经理，我们邓总经理我们中央造币厂的周厂长。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的林董事长，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议程安排中央银行率所属单位业务报告，我们请杨总裁进行业务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诚邀前来贵人会报告本行业务，自感荣幸。本行经营目标在于促进金融稳定，健全银行业务，维护对内对外币值的稳定，兼顾协助经济的发展。以下仅就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呢，以及大院上议会期以来本行执行货币及外汇政策等主要业务提出报告，敬请会事主教。请翻开第2页。二、国际经济金融情势挂无一，肺炎疫情削弱全球景气的复苏。中国大陆爆发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COVID-19 之疫情扩散，除冲击其经济活动以外，因其对全球经济影响力大，IHS Market
预测本年全球经济增长降至 2.5%， OECD 则大幅下修预测值至 2.4%。 请翻开第三页，上年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成长都放缓，本年受政策不确定性延续及肺炎疫情等影响，预测经济成长率下滑。请参看下表主要经济体经济成长的预测，请翻开第四页，挂号二，本年全球贸易成长渴望缓步回升，为不确定性大幅的增加。挂号三，近期国际商品价格重挫，预期全球通膨温和。请翻开第六页，二。本年全球通膨率预测值较上年略升。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立场。本年以来，为因应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风险，三月三日费的紧急降息两码至1%到1.25%，加拿大央行亦跟随降息二码至1.25%。另泰国、菲律宾、印尼、澳洲央行均降息一码，马来西亚两度降息共两码，香港跟随美国降息两码，中国人民银行则采取各种支持金融市场之措施。ECB、日本、南韩、纽西兰、印度及越南等央行虽维持政策不变，为延续宽松货币政策立场。请翻开第八页。三，国际金融市场剧烈的波动。挂号一，全球股市受肺炎疫情影响而重挫。请翻开第九页。挂号二，只要国家公债避险需求上升，殖利率大跌。第十页，挂号三，近期美元指数由高点下滑，欧元、日元转强，人民币止贬回稳。第十一页，四。全球经济前景下行风险上升，以审慎的因应。请翻开第十四页，挂号二，本行将持续的关注肺炎疫情及国际经济金融情势，并审慎的因应。翻开第十五页，三，国内经济金融情势，一，受肺炎疫情冲击，本年经济成长将减缓。第十六页，挂号二。肺炎疫情冲击输出及民间消费，本年经济成长率将低于上年。十七页，四，受肺炎疫情影响，部分机构下修本年经济成长预测值，主计总处预测值降为2.37%，较上年十一月下修0.35%，为主要机构预测仍维持在2%以上，平均值为2.19%。二，就业人数增幅趋缓，失业率缓降，薪资温和成长。上年十二月，失业率则季节性回降至3.67%，全年平均为3.73%。本年一月失业率续降至3.60%，就业人数呢则缓步增加至1153.6万人，年增0.45%。请翻开十八页。挂号二，薪资温和成长。由于国内经济温和成长，上年工业及服务业全体受雇员工平均经常性的薪资年增率为2.26%，是2011年以来次高，低于2018年的2.58%。平均薪资年增2.4%，但是是今年三月以来的最低。十九页。三，当前通膨温和，通膨展望有望有向下的风险。二十页，挂号二，本年通膨展望有下行风险。由于肺炎疫情蔓延，冲击全球景气，抑低国际原油等原物料价格，并不利国内消费需求，本年通膨展望有向下风险。主计总处将本年 CPI 年增率预测值由0.7%下修为0.62%，主要机构预测值介于0.62%到1.110%。请翻开二十二页。六，短期利率低档波动，长期利率下滑。请翻开二十三页。本年一月中旬起，因逢农历年关，通货需求增加，隔差利率升至1月22号的0.229%，春节以后快速回降，
至三月六号为0.176%，其他货币市场利率的大致维持在本行七天期及二十天期存单利率区间来波动。在5.52%长期利率下滑，本年一月起呢，因肺炎疫情蔓延，国内公债避险需求升温，十年期指标公债殖利率降至三月六号的0.4776%，历史新低。24月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动态稳定，到三月六号，今年三月六号为30.040，分别较上年底及上年同日升至0.22%及2.70%。25页本行主要业务的说明，上年12月本行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有助整体经济金融稳定的发展。目前呢，本行的重贴现率、担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分别为1.375%、1.75%及3.625%。挂五一，信用货币信用成长足以支应经济活动所需的资金。一上年以来，银行超额准备都维持在400亿以上的宽松水准，市场流动性充裕。请翻开26页。二上年 M2 级放款与投资年增率分别为3.46%及4.71%，均高于经济成长率加计 CPI 年增率之总和3.27%，显示银行体系资金充裕，足以支应经济活动所需。27页二。美中贸易争端发展费的货币政策走向及汇率疫情等因素加剧国际汇市的波动，新台币汇率则相对稳定。请翻开28页。三，本行为维持外汇市场秩序，适时进场双向调节。上年上半年，因台湾汇市外汇需求大于供给，本行为提供流动性而卖汇11亿美元。下半年则因外资集中且巨额汇入外汇市场，供给大于需求，本行进场买汇，全年净买汇55亿美元。29页挂五二，本行采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新台币汇率变动具有弹性。挂五三，无论是新台币对美元汇率或新台币有效汇率指数，与主要货币相比，今年新台币波动幅度较低。请参看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及美元指数升贬幅，请翻开31页。四挂五四，本年二月底，本行持有外币外汇存底较2018年底增加，主要是投资应用收益所致。一，本年二月底，本行外汇存底呢是4797亿美元，另同时呢，本行握有黄金50亿美元。所以呢，二月底本行官方准备资产呢是4847亿美元。二，长期以来呢，本行为发展台北外汇市场，参与国内换汇交易、外币存放国内银行业及外币差款等市场，以提供国内银行外币流动性，降低银行及企业的外币资金成本，令本行从事新台币换汇交易可收回市场余余的新台币资金。本年二月底，取等余额分别是990亿美元、328亿美元及60亿美元。综上呢，本行对居住民及非居住民的外币债权及黄金等合计之本行外币流动性呢是6259亿美元。三，国内支付系统发展现况。支付系统呢，因涉及层面广泛，各国均将其列为关键基础设施，一般可区分为大额支付系统及零售支付系统。大额支付系统主要处理银行间资金移转与债票券等金融交易之款项交割，零售支付呢，则处理大众消费及转账交易等。我国支付系统呢，是以本行的通知系统为枢纽，连接国内主要证券交易及零售支付等结算系统，提供跨行资金最终清算，建构完整的支付及清算体系。33页。一，本行同资系统是国内支付清算体系的枢纽。在2019年呢，经由本行同资系统处理的交易金额呢是482兆元，均为约为当年 GDP 的25倍。请翻开34页。二挂五二，零售支付系统已提供快捷支付服务。包含一，包含财经公司的跨行金融资讯系统，联合信用卡处理中心，
的信用卡结算系统及票据交换所的票据交换结算系统。2019年各系统营运金额呢，分别是160.8兆元、3.2兆元及118.00兆元。请翻开35页，挂无三，零售电子支付工具多元且消费金额逐年成长。第一，我国已具备完善的零售支付基础设施，提供民众多元便利的电子支付工具，包括信用卡、金融卡、储值卡及电子支付账户等。二，2019年国内各类电子支付工具消费金额合计达4兆3085亿元，较2018年增加4,949亿元，成长13%。翻开36页啊，五，因应肺炎疫情发展，本行货币政策关注的重点。一，本行会密切关注肺炎疫情最新发展对中国大陆以至全球的影响，尤其对台湾经济金融的冲击。由于肺炎疫情之影响仍具高度不确定性，本行呢将持续的关注疫情的发展，以对其对国内经济金融的影响。二，肺炎疫情发展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本行将持续关注资金大量进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并本于职责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及金融市场稳定。三，关注金融体系流动性及银行授信情况，充分支应市场资金需求，确保货币政策传递管道的顺畅的运作。请翻开38页，结语。以上仅就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与本行主要业务提出简要报告。至于本行调节金融、通货发行、外汇管理及经理国库等业务概况，则置于附录啊，敬请酌参。本行肩负维持物价稳定等法定职责，随时密切注意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发展，妥适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以达成政策目标。本行业务承蒙速成各位委员鼎助及支持，仅借此机会表达衷心感谢之意。今后仍请各位委员时事指教，谢谢。好，我们现在开始询答。我们先做以下的宣告：每一位出席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每一位列席的委员发言时间5分钟，必要时得延长1分钟。那今天呢，我们上午10点来截止发言登记。现在呢，我们依照登记的顺序，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秉睿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央行杨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啊，吴委员早。哎，总裁早。是。想要请教总裁说，对于这次武汉病毒这个肺炎的这个疫情，在现在看起来欧洲跟美国逐渐严重起来了，是。那你认为这个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怎么样？对台湾会如何？譬如说，我们朱主计长曾经宣称说，大概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率，下修0.35，可以保2.37%。是。但是有很多学者不这样看，这个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报告委员哈，那这个疫情哈是好像看起来是有一点严重哈，慢慢的是有一点严重，但是呢，主计总处呢是在2月初的时候所做的一个预测，那事实上呢有一些的机构呢是也有下调了哈，也有下调对我们台湾经济的一个预测哈，有的甚至都是低于二，不过呢整体来看呢，他们平均起来还是有2%以上。那你的看法呢？你的看法就是认为有二以上。我们报委员哈，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在我们理监事会的时候，我们的预测呢是2.57%。嗯，那当然就是在那个时候呢，疫情都还没有可能是刚刚开始而已哈。所以在我们在下个礼拜理监事会的时候
我们会提出我们的预测。因为我之前看到你们的预测哈，是认为说主要的冲击只有在第一季的。是。现在看起来第一季恐怕没有办法结束了。可能是会在上半年都会受到冲击。那在制造业锻炼的部分，也有把它估在里面吗？在如果这个，到当时呢是我们在下个礼拜的一个估测哈，我们会把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锻炼的问题呢，我们会把它考虑进去。好，那请问你们是不是央行会不会考虑要调整货币政策来因应疫情？是，所以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一次啊，疫情哈对。不只是说是对经济造成影响，是，而且呢，它也对金融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好，我想委员呢都知道哈，目前呢全球的一个股汇市都大幅的波动，是，那资金呢是流进流出哈，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在下个礼拜的理事会的时候呢，会针对这一点呢来做充分的一个讨论。因为我看到3月3号，美国联准会它降息2码，是，一口气降了0.5%。是。那当然，这个对于资金宽松是对于现在大家面临这个经济形势，这个是打强心针的。但是这个有办法根治吗？如果光是只有靠这个资金宽松，好像没有办法针对这一次的问题做彻底的解决。是。委员说的哈，就是说很多的经济学家也持这样的一个看法哈。那所以呢，也就是说有一些的专家，有一些的学者呢，还有经济学家呢，他都认为呢，事实上呢，货币政策在针对这一次的一个疫情哈，对经济金融的一个冲击呢，他所能做到的可能也有限。那所以呢，他们也都认为政府必须要采行一些的针对性的财政政策。那这样的话，对这个经济它的一个冲击呢，恐怕会比较有效。过去的几年哈，央行都挹注了很多的我们的税入了哈，是，它每年都固定1800多亿吧，是。那这一次的疫情会不会影响到？因为其实去年审了预算的时候，央行对今年预估的税入应该也是接近这个数字。是。那这一波的疫情对于央行的这个税入的实践呢，会不会有所冲击？报告委员确实，会有一些的冲击哈。你看看哈，现在因为中央银行的一个资产的那个外汇存底呢，我们的投资啊，因为我们是。安全性第一是然后流动性第三才是它的获益性是那安全性跟流动性呢，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在那个公债是政府的公债，那看看现在全球的公债的利率啊都非常低，是这一次呢，美国突然调降了这个2码哈，它整个市场的一个的那个氛围呢，整个。所有的资金都涌到那个这个公债市场去，所以呢，整个的收益率呢，整个下跌。那这个呢，对我们中央银行的一个收益呢，是确实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你预估会有多少影响？这个呢，我想呢，我们也密切的在行里面呢，也在讨论如何来因应它。那当然，我们的同事呢，也非常的用心的。要看看如何来达到我们年底的一个目标。这个任务很艰巨哈，要加油。是，今年是确实是非常。另外一点就是最后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哦，从美中贸易战争以来哈，新台币长期的趋势是升值的，甚至今年年初有突破30块对于美元哈。是。那最近当然稍微回到30点多一点，在这个新台币升值状况，那在因为这一次要挽救这个疫情所以全球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是货币宽松，会不会有热钱大量涌进台湾，然后这个因为既造成新台币升值，然后它又可以在台湾的疫情相对稳定，又可以投资台湾的市场，那将来等赚饱了之后拍拍屁股离开台湾了
当然，中央银行的一个政策目标哈，就是金融稳定哈。那这一段期间以来，确实是相当辛苦，哦，是相当辛苦。那看看哈，各就是说全球的股汇市的一个波动，哦，那资金呢到处的一个流窜，流窜，哦，它有些时候就进来，有些时候又出去，哦，进进出出，均匀非常频繁，哦，那除了频繁以外呢，它的金额又非常的庞大，是。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中央银行一定会尽我们的能力呢，我们每天呢都是非常的注意它，哦，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呢，让我们的一个市场呢能够稳定下来。那金融稳定的话呢，对于就是说经济会波动到就是说会就是就是说波及到经济的情况呢，就会相对就会降低。哦，这个是我想呢，我跟委员报告呢，中央银行每天都是在关注它。是啊，我就是说，因为长期的趋势，本来美中贸易战争，所以中国的制造业就有一些外移嘛，哈。是。那台湾又推出说希望台商欢迎他们能够回来台湾投资等等的策略。是。所以长期经济面如果没有发生这个肺炎的话，是看好，使得很多钱要回到台湾也好，要来到台湾也好，可以进行一些有投资标的的机会。那在这一波肺炎的波动之下，台湾的其实股市跟欧美股市比起来，相对也是稳定啊。是。那这个在这样状况下，如果各国都资金宽松，有一些钱它会流窜，对，那跑来台湾，对，第一个造成新台币的升值，是。那将来它离开之后，更是中间这个汇差嘛。对。那第二个是，如果在这个地方短期的投资我们的股市、我们的证券也好。那将来离开的时候，也是会把这个带走我们的钱呐、啊，所以这一点哦，是说要提早注意了哈、哦。大量的热钱引进，其实过度的波动，就是你刚刚讲让我们金融不稳定的一个危机嘛哈、哦。是。所以我是希望央行在这一方面能够注意，除了观察这个疫情对造成的影响、未来的发展之外，对这个方面也要有所注意。哎，是我们一定会，一定会尽我们的能力啊，来处理它。好，加油！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吴秉睿委员。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是赖世宝赖委员。谢谢主席，请一下我们杨总裁好吗？有请我们杨总裁。啊，赖委员早。好，这个杨总裁早哈。啊，是。我们看到这个呀，当然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呢，是台湾基本上是全世界来讲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模范生了哈。是。那么我们看大陆现在也慢慢有控制起来了，可是现在变成是。美国、欧洲、中东，他们在烧啊，全世界在烧啊，哈、哦。是。那美国就降息降两码，对，0.5%。是。那股市照跌。是。然后欧盟也降了，好、哦，欧盟也降了。那你刚才讲说，下个礼拜就开理监事会议嘛，哈、哦。是。大概大家也知道说，你们也会跟着降嘛，对吧？啊，这个会充分来讨论。会降嘛？应该。啊。还没有确定，因为啊，报告委员。但几乎确定可以这么讲嘛？几乎确定嘛、你好不容易来一次，总要讲一下，让我们知道一下的嘛。你打开龙宫清楚啊！而且你都已经在媒体都讲了，来这里反而不敢讲，不要那啦，你不能欺侮我们啦，对不对？讨好媒体，欺侮立委，不可以这样子。报告委员就说降了，不会，我们不是，我说不会欺侮委员呐。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理监事，我也要尊重理监事。是 啊，但是你可以讲说，我个人认为应该降啊，就没劲了，对不对？这个你只是 one of the participant， 对不对？报告委员，特别是哈、我们也有一个规定了、哈、就是说所有的理事呢，在就是说理事会的10天之内，对于货币政策的决定呢，是啊，的那个是要有一个。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自己讲很多话，你自己漏了很多线给这个媒体讨好媒体，你说这个东西就危险的啦，哦，阿盖也通过紧缩嘛，这里讲的呀，
你有讲这个话嘛？对不对？我们是说是没有讲通货紧缩嘛？没有，我们说会有下啊要下行的风险。下行的什么叫下行的风险？什么叫下行风险？下行的风险呢？它就是跟委员报告，就像那个。主计总处呢，它对于我们的物价的预测呢，它是从0.7几下调。是吗？所以你讲有通货紧缩，好，那先入你这个好了哈。这个你可以回答来。你我知道了。通货紧缩呢，是应该是说是 CPI 往下降了。是你哎，是不是？不是，通货紧缩是持续的下降。好，那我告诉你啊，现在很多的专家都说台湾。全球啦，不是台湾，面临到一个很严峻的，不是通货紧缩，是 stagflation， 就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哦，就是啊，是，就是说 GDP 往下走，可是呢 ，inflation 往上，不是，对 ，CPI 往上。嗯，这两个到底是哪一个啦？哦，紧缩，通货紧缩，还是停滞性的通膨？我跟委员报告哈，哪一个？委员报告不，就是说。经济呢？如果说我们，因为我们的预测还没有出来，哈，我们3月19号会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主计总处它的一个预测，哈，还有包括其他的单位的一个预测，我们会发现，哈，普遍来看，经济成长率是下调。对，所以你说嘛，然后物价，物价上涨是没有，物价是也是下调。经济成长率下调，物价也会下调。所以那些学者讲停滞性的通货膨胀不对，不对，你讲的通货紧缩才对。不是通货紧缩，哈，这下调的话不一定是通货紧缩，他在讲这个 CPI 下跌，连续下跌当然是通货紧缩，总不是呢？奇怪，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在讲这stagflation 的这个字眼哈，事实上呢是针对大陆。嗯，是针对大陆，针对大陆，也是因为什么呢？大陆呢，它的经济成长率呢是下，是往下，没错，是那，但是呢，物价往上，对，因为就特别是哦，它的猪肉啦，它因为是非洲猪瘟嘛，还有这一次的呀，所以全世界只有大陆是 stagflation， 它不这个，其他通通是 deflation， 是不是？当然啦，也是有。学者这么讲了哈，经济学家这么讲了，那事实上是不是会是这样的话呢？要看我们看看他后续的发展是怎么样。今天你今天以来，到目前为止啊，没啥那里啊，一直讲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啥那里。总裁你还不容易来一次嘞，我们珍惜你跟你讲的嘞。包委员确实好，确实。我们看下一章了，因为我题目要跟你谈很多了。好，人民币要贬值，对不对？他们也没有说他要贬值。所有的专家都说他贬值了，他要贬值就出口啊，他现在开始复工了，对不对？事实上哦，如果说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来看的话，哈，如果用最近我个人来判断这个人民币的一个汇率，哈，我也是觉得汇率哈，因为。一样的，全球的汇率都是一样，就是上上下下上啊，因为这个波动度大。对，可是大陆是贬的。大陆呢也一样的，它是贬了以后又升回来，现在呢大概是在。但是趋势还是贬吧，应该。这个也很难说了。所以说实在，我跟委员报告哦，这个汇率是真的是很难去预测它。汇率真的是很难。所以你今天来都说唔知啊啦，很难的，没有，不没有，很难预测。你是总裁呢？报告委员，我确实，我跟委员讲实话，确实，你看看，所以呢，你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那个这个人民币的汇率呢，现在大概也是在维持在6.95左右。嗯，6.95左右。日币有没有在贬？我们你日币有没有在贬？所以讲到日币也是一样的，日币而且它的波动度又更大。对。它一下子到112，那又下来到102。那韩元也是一样的，到1200将近20，那现在呢又到1110几。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各国的货币母煞煞的掉了。现在就是说也是做营销汇车了。确实，营销汇车跟股市一样，营销汇车。对啊，确实是这样子。所以傻博好。是确实。美国会不会又来一个 QE 救他们的经济 ？QE 救川普的选情 ？Evo。报告五个联盟报告委员哦，现在就是说，因为
因为美国在三月三号突然降息，所以呢，他本来他是也是好意的哈，是说要维持市场的一个秩序。他这个 Power 他的这个主席呢，他也讲到就是说三个理由，第一个就是说怕市场呢太紧缩，影响到他的经济的一个的活动。那第二个理由呢，他是说他为了是要支持家庭跟企业的一个信心，但是呢，他调降了以后呢，竟然市场呢它的反应没有用，没有用，暴跌，不要暴跌。但是呢，现在呢，市场还是 price in， 也就是说还是认为三月份后面呢，费德呢会持续的降息，还要降啊？市场都还是降。美国有没有可能降回零？所以呢，如果说我问你有没有可能降回零呢、啊？所以呢，美国呢，他现在就是说市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的看法。请问你，现在全世界利率央行利率已经降到零的国家有几个？哦，那如果说我们哈讲这个主要的国家来看的哈，因为最主要的都是主要的国家，第一个。就像美国还没有了哈，还以前呢，日本欧元区还有瑞士瑞典这些的主要的国家都变零了吗？都变零了，我进口了，而且不只是变零，而且是负的哈、台湾，所以台湾一定往下走了，一定想那样啊。我想呢，我跟委员，我要告诉你一个哈，是我们的超额储蓄连续七年。超过2兆，对吧？我们是有超额储蓄，对。超过2兆，多少的这种靠定存来过活的人，多少的老人靠这个？那个东西你要降，请问你他要降多少？一码两码？如果降了，我说如果降了 ，if 了 ，if 要不要问你个 if？ 的货币政策呢？它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呢？好吧，我。我时间快没有了，因为这个我们主席很快要站起来，那主席休闲嘛，那么安尼哦，来，会不会有一个下一波的金融风暴？会不会？啊？金融风暴会不会又产生的？金融。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金融海啸，类似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在这里又出现？会不会？我想呢，会不会？王你会不会？我想哈，就是说跟我很报告哈，就是说这一次跟2008年是不大一样，比它严重还是不严重？应该是不比它不严重。比它不严重啊？跟1997呢？跟1997也是不一样。不一样。也不一样，是不一样。所以呢，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只要他把疫情控制好的话呢，基本上呢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是我们人家是担心台湾又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三个指标，一个经常上超过2%，第二个顺差超过200亿的美金，当然指的是对美国了哈，对，市场干预超过2%。我们现在这三项已经满足了2项，四月份要宣布，你觉得我们会不会被列为观察名单？如果说美国它这个是它的一个标准嘛，对，美国呢，它的这个标准呢，有些时候呢，它在某些时候呢，它会做一些的改变，调整它的一个比例哈。所以我现在是讲了哈，假设如果说它没有改变它的这个标准。如果说没有改变它的这个标准的话呢，那我们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呢是满足了，会满足，对，满足它的门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会被列为观察名单。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从今年到现在，股市外资卖掉了3000亿台币，是，对不对？是，结果这些钱没有跑掉，为什么没有跑掉？是，因为我们的台币还升值，就知道它没有跑掉。所以我认为，央行让台币在贬值，把这些热钱赶走是对的。你同意我的话吧？讲完我就下去了。我想哈，就是说，所以我就是说，刚刚我也讲了哈，就是说资金这个进进出出，那这个外资呢，它的动向是怎么样哈？我时间到了，你就问我，你就回答我。
是不是台币要趋贬？就回答这个话，我们对股市的一个态度呢，就台币要不要趋贬？我问你，台币要不要趋贬？包委员，台币呢是有升有贬，是有好，谢谢。啊，你马上问我，没事，那你啊，你都对媒体这么好，都跟媒体讲实话，对你有没有讲实话？都报着来，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是我们蔡碧如蔡委员。你若讲正经，我规个议题拢无恁讲甲煞。好，主席好，我们有请那个总裁杨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蔡委员早。早。你看第一页，总裁，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哈，我想问一个时事题啦，因为那个其实钞票是很脏的一个东西哈，因为有像那个实验说。一块钱的美钞上面都可以有携带3000种的细菌，然后那因为比如说大肠杆菌啊、幽门螺旋杆菌，那其实基本上集得起足太高的物件，然后那而且央行也统计过，一张新的纸钞运行到最后去销毁，平均要周转22次。我想问一下，这央行对基层的金融机构的纸钞的消毒工作有没有定下 SOP？ 还有实际上有没有在做？哦，有啊，我们的整钞哈，我们除了整钞以外，还有销毁，所以呢，我们的销毁率也蛮高的。在去年呢，我想呢，我这个我来跟我们的发行局的局长，我来跟你报告。没有，简单的讲一下你的 SOP 是什么？因为22次的周转率是，钞票到哪里的时候，你们会去进行一个消毒。好，包委员，好，谢谢您的垂询。那我们这钞券的整理啊，哈。我们是有这个了，委托台湾银行，我们是每天都在做钞券的回收跟整理。那么民众存到银行的钞券，那么钞券呢，银行会把它回存到这个台湾银行来。所以这个 台湾银行是各基层的银行在做。不，这个是台湾银行对回笼最后整理的这个要回收的钞券回来以后呢。但回收最后你就要销毁啦，消毒品质不好的会销毁。那很重要一点要跟委员讲，我们从民众手边收回来到台湾银行，再从台湾银行整理完送到民众手边就可以好用的钞券，那么不好用的就是脏旧已经销毁了啦，用新钞来代补。那么还有一些可以用的这些品相好的钞券流到市面上已经超过1个月了啦。我们的意思就是说病毒啊，哦，你要说这个冠状病毒，有定期在消毒就对了。每天都在做，哎，这跟武汉疫情没有关系，每天在做。只要有 SOP 就好，哎，有的，哎，而且每天都在做了哈，哦。这个民众还是要多洗手就好了。好，对，谁去吧，谁去吧。好，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呼吁多洗手哈，去碰钱的时候呢，要碰之前、碰之后都要收洗手。那讲到这个，我还想要讲一件事情，因为我看这一两年那个数位货币这件事情，好像央行也有在研究，不晓得因为这一次的武汉疫情，那个央行有没有重新想要来研究这件事情？哦，没有，这个就是说没有想要哈，就是说我们是持续的，我们是持续的。下一页。持续不是，就是说对这种数位货币，我看你们之前有一直在想要研究，那有没有要发行？比如说全世界已经现在目前有一些有5个那个虚拟的货币啊，比特币啊、莱特币啊、BBCoin 这样子，在台湾有没有想要去做这样的发行？我想哦，我跟委员报告哦，像这个比特币那个都不是货币啦。那个都就是在台湾，我们没有想要去做这种虚拟货币。没有，但是呢，中央银行有在研究说如何来发行CBDC， 也就是数位货币。OK， 那有在研究吗？哦，对，那当然，这个就是持续的哈，我们来关注其他的国家它的发展的情况啊。我们台湾呢，本身我们也是在自己在试验。哦，自然研究。有没有预计什么时候要推出来？哦，这个是长期的工作。这是长期的工作，就是没有，就是没办法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个没办法，到目前2年或3年，还是，这个也很难说。还是因为我看你们的定期的报告都一直在研议中，对对对对对。OK， 好，对对，好，下一页。那好，那个虚拟数位支付之后，我想再讲一下电子支付了。是是。那行政院在2018年还出行动支付元年，那也定出。
2025年要让行动支付的普及率达到90%哈。对。那其实我看的是2月份送到立法院的那个业务报告哦，说我国的电子化的支付比例是40.88%。不过刚刚呢，总裁报告的那个你的业务报告里头第35页哈。对，你自己这边有提到，就2025年行动支付要普及率到90%，可是呢，你的2018年普及率已经到50.3%，那2019已经62.2%。如果按照这样子每年有10%的进度，那你理论上2025年应该100%了。这是你们自己写的报告哈。是没有错。确定吗？所以应该不是90%，应该是达到100%。啊，这个。它的这个90%哈，是说有用到的啦。所以你的二月份的业务报告上面写的，对，所以说又是另外一个。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不是总裁，我只是想要提醒你哦，你的报告里头，其实我刚很认真听啦哈。你的就是你的二月份的业务报告上面说，我国的电子化支付比例是40.88%，但是你的35页里头下面注记。对，好，注记第15，你说2019年已经达到62.2%，那理论上2025年应该达到100%，我认为是没有问题。我只是要讲的，就是说你的报告里头有些都用新台币的单元，有些呢你想要不想要看起来数字很大，你就把它写美元哦。那以下次的报告，麻烦你的那个单位要统一。好啊，你对，好不好？谢谢你。好，那顺便问一下，目前在支付电子支付这一块呢，央行跟金管会你们是怎么样的去分工去运作？啊，我想哈，就是说我们在这金管会呢，是在于就是说它对于这个法规上的，好，法规上的一个整合，法规上的规定，包括我们的票证还有电子支付的这个，它要现在目前它要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他也是鼓励。那中央银行呢？我们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呢，因为我们的财经公司呢，我们的财经公司它也是在零售支付呢，它扮演非常重要。跟我的报告里面没有讲到。所以是财经资讯公司在推电子支付这一块。它也是在推、okay. 推电子支付，特别是它的转账啊，它的这个。好。这个都是我们。好，了解。金管会是法规的订定，央行的财经资讯公司是彻底执行。好，我们下一页。好，所以呢，就是好这样子问过了。那至于呢，新印的钞票，如果2025年呢，我们的行动支付要达到90%啦，哈。如果按照刚刚总裁你的业务的纸本的报告，我是认为可以100%达到，哈。那你现在达到90%，那以后未来每年印制那个新钞的预算，你如何去缩编？还有就是说，中央印制厂跟中央造币厂。他们这样的一个冲击有没有把它规划几年之后要整个的那个慢慢的退场？我事实上呢，我跟委员报告哈，是他在这里所讲到的达到90%哈，不是说大家就是都用了电子支付，我这是希望嘛。我想政府是要让大家有个希望，不要往不他的所谓的90%是大致有用过这个电子支付的。而不是说电子支付的普及率全部呢，现金呢就会，意思就是说，好像说现金就变成10%而已。不是，因为你的业务报告哈，你的报告里头我念给你听哈，第35页的，因为我的时间，第35页的电子支付包括信用卡、金融卡、储值卡及电子支付账户。好，那你下面的那个注记呢，又讲了，就是说你的行动载具里头使用的比例，这个我当然可以知道，但是因为你的注记跟你的上面的内文呢，其实是有点互相矛盾。哦、意思就是说，包含信用卡、金融卡，你都可以，对不对？好，这个我不跟你好，调整这件事情呢，所以呢，我想说每年的新制呢新那个印制的新钞，这个预算可能就是要开始的去计划去缩减。好，下一题。那另外一个，我就想要问一下你的那个台湾配啦，吼。哦，好。台湾配，因为这个是国家队嘛，吼，那每年也投入了7000万的预算，但是目前呢市占率只有5%。是。哎，那我不知道那个。问一下总裁，推动力道不足的原因是什么？啊，这个市场太小呢，还是不愿意推？我刚刚我也讲，就是说这个是我们财经公司在推动的哈。所以不归你管了，财经公司不是你下面的那个投资的。所以详细的情形，我是不是请他来回答 ？OK， 好。跟委员报告哈，
那以台湾配来讲，刚刚讲那个5%哦，其实是一个问卷调查，它不是一个市场的真实的情况。那可是你们应该会知道，所有的配的那个应该。央行应该还是会汇整出来所有各式各样的配的那个一个总额，所以你们的占比，这个应该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啊。我们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其实每一个配哦，它的情况是不大一样。那因为商业的竞争的关系，所以不是每个配都愿意把它的数字做一个公布。那我们可以跟委员报告，就是台湾配现在来看，我们推了2年。其实累计的交易金额是我自己的部分了，已经到了675亿元。有，我有看到你写在业务报告里头。那整个的交易笔数呢，已经达到了1600万笔。但是这样的数量也只有占5%，所以可见的全世界所有的各种支付配，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饼呐、啊，吼。来下一页。对，我还是再问一下哦，你刚讲到那个财经资讯公司，好、哦，所以你是财经资讯公司的长官嘛？是董事。那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说，其实你们在去年底有召开一个电子支付的跨机构的共用平台，那10月份已经开始让各个机构去申办测试了，那今年3月要上线，我想问一下目前的办理的进度。是啊，我们现在的技术的进度是如期在进行。那目前看起来是又是在等法规。那法规的部分呢，金管会会提到院里面。3月份都要上线了，还在等法规。因为这个原来的计划是说去年的法规会通过，所以我们的计划是3月会上线。那现在我们的技术的提成是如期在进行，但是要上线之前一定要法规通过。OK。所以法规还没出来，所以你现在3月了也没办法上线就对了。是我们的技术准备是如期在进行。OK， 好，好，最后我还是讲一句话，中央银行要针对财经资讯公司，当然就是你，我跟总裁讲了，鉴于这个台湾配的整体进度的落后，我想还是要有个好好的一个问题的就责跟检讨。好，谢谢，谢谢委员的提醒。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蔡壁如委员。好，我们下一位质询是高嘉瑜委员。阿伯，林德虎啊，迄啰，较主持咪优先来，是咧。无，我都标题讲，互你好心情较好诶来嘿。主席，还有杨总裁，各位同仁，是不是请那个杨总裁来？有请我们杨总裁。林委员早，总裁你好，总裁我请教你哈，是，因为今天凌晨美股道琼指数啊又重挫了1464点，那从2月所创的高点回档超过20%啊，明显步入了熊市。那接着中国脚步，美国疫情也可能进入全境的一个扩散。那请问这两个国家都是占台湾进出口比重啊，相当重要的地方，对台湾的经济成长的冲击啊，是不是会比原先预估还要大？你的看法呢？是，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的预估呢？预测哈，大部分都是在像我们是在去年的里监事会是12月，那主计总处呢也是在12月，但是呢，他在2月初的2月10几号的时候，他就要做修正。那2月初，因为刚刚我也报告过了，就是说现在的那个金融市场的波动非常大，而且呢，它所波及到的一个范围越来越广泛，所以呢，这个恐怕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呢会。比原先的还来得大。那个杨总裁，是因为纵使国内疫情控制的滴水不漏啊，是。那你认为台湾有可能置身事外吗？你认为呢？当然不会，因为不可能哈、哦，不可能，因为 globalization 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呢，各个国家都互相都会影响到，都互相影响。那个总裁，对，因为日韩股市大盘指数目前呐、啊、为止都已经从今年高点。也是跌了20%以上、哦，是。那台股跌幅目前呢、啊，只有日韩的一半，哦，是。那现在经常以台股联动密切的美股也跌了20%，换句话说，日韩美股全部都跌20%以上，
那请问外国股市的超跌哦，还是我们你认为我们的台股是反应慢半拍，或者是我们台股有什么特殊性能够抗跌？依您的看法。报告委员哈，我个人的看法了哈。对。哦，我的个人看法，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去年的一个经济成长率还算是不错，哦，跟相较其他的国家来比较，哦，那今年呢，在预测上呢，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呢，也还是算是还可以，哦，这个也就是说基本面，哦，在基本面上呢，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呢，我们的防疫的效果呢，又比其他的国家都好。所以说，因为所以我是觉得是经济这经济的 fundamental 对它的能够抗跌。对，那我们的企业呢，当然也会受到影响了哈。因为你又跟那个美国啊，跟那个大陆对岸，其实都有影响嘛。那它也受到很严重的冲击、啊。是没有错了，是没有错了。不过就是说，以今年来讲呢，我们台湾的一个投资啊，我们今年的台湾的一个投资、啊、还算是不错，还算不错。是投资。总裁、嗯，我请教你，因为美国联准会三月哈、哦、紧急宣布降息两码后，对，那市场预料三月中会再次的降息，对，那外界也关切台湾央行的未来动向。是。那请问，在什么条件成就下，央行才会降息？至于就是说，央行的一个利率的一个调整哈，我刚刚也有跟其他委员报告了哈，就是说我们在三月十九号，就下个礼拜四，刚好在还一个礼拜的时间哈，我们会充分讨论如何来因应这一次呢，整个全球哈，它的汇市啦，还有就是股市啦，还有金融市场的一些波动哈，我们会做充分的。那你认为下个礼拜的央行的理监事会有没有可能降息？这个我跟委员啊容许，我就说在这个时候再保留，再保留哈、哦。因为我认为说我们在三月十九号我们一做了决定了以后呢，我们在记者会里面我们会充分来说明。如果要降息，降息几码？你认为是这个如果啦，它的调整，因为利率的调整呢是有到是维持不变。升息维持不变，或是降息，都有这种可能，都有可能就对了。对，是那个总裁、嗯、是，因为央行书面报告表示，如果疫情未能在短期间内来降温，那负面外溢的冲击，这个远比这个 SARS 还要大。是，没有错。那请问现在的全球疫情的状况，是不是央行降息的重要指标？哦，我在想哦，中央银行呢？我们所关注的就是说这个疫情，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疫情呢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疫情呢导致了其他中央银行呢它的一个它的一个行为哈，它的行为，那这个呢还有包括你股市汇市资金的进出流出哈，那来回，那这个呢对金融市场会不会造成威胁哦，不稳定的一个冲击，那中央银行呢会针对这一点呢来讨论。那个杨总裁，是。如果疫情持续未能降温，那请问台湾央行会不会和美国一样加大降息的力道？这个我们会在三月十九号的时候呢，我们会充分讨论，理事会一定会充分讨论这个这个问题。那个总裁，是因为媒体报道有专家指出，美国联准会后续啊是降息的幅度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是否能够保二，将成台湾央行是否跟进降息的一个关键。那请问第一季是不是就能够判断 GDP 是否有保二的危机？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呢，经济成长的一个预测哈，大部分它都会有一些的假设，哦，就是说它的疫情呢到四月底截止，哦，这是一种假设，到六月底截止，这是一种假设，所以根据不同的假设呢，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个的一个预测，所以呢，每一个单位的一个预测呢，它没办法，就是说是推得很远。所以呢，也就是说，譬如像说主计处或是中央银行也都是一样的，我们会就
就比较收集到的一个资料来做一个目前收集到的一个资料来做预测。那这个预测呢，不会就是说是很远很远的那个的推想哈，都是比较近期的。那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了以后呢，这个资讯再进来，然后呢，你再做一些的一个预测。所以呢，每一季每一季呢，都必须要会做一些的那个调整。所以说，那个总裁是你认为他真正的要是把握的话，在哪一季呀、啊？才可以是主要。我在想哈、我个人的的看法哈、你要在大概是在第二季底。第二季。第二季底完成。才是一个关键就。对，你才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有没有把握，就是在第二季。大概是第二季。换句话说，就是到六月底以前。对，就到这个疫情是要这个继续的这个延烧扩大。或者是疫情对断掉，所以说在六月底，六月底大概就可以一个关键就对了。我是觉得六月底是一个关键，因为那个总裁受到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冲击，外界多半预料央行啊可能大幅下修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GDP 的预估值。是，那请问预测大幅下修 GDP 的可能性，你认为高不高啊？我这一点哈，我想我用个人的一个看法，因为这个我也是在讲，就是说，哇，那个我们里监事会讨论嘛，哈。不过呢，针对这一点，因为刚刚我也讲了，就是说我们的十二月的这个数据呢，是那个时候呢都也没有把这个疫情都考虑进去，那个我都没有，所以呢，基本上呢，也就是说。既然就是说到三月初了，在三月中的时候呢，这个资讯都已经进来了，所以我相信呢，中央银行的一个数据呢，一定会调整的。那你认为中央银行的数据会不会比主计处啊预测2.37%还要低？以你目前的我这个我们数据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不敢这么讲。那个，但是我还是可以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还是会调整的。那个总裁是，因为从去年美中贸易。包括英国脱欧、香港反送中啊，这三只黑天鹅出现，各国经济成长就受到不同程度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是。那现在一只带着病毒的黑天鹅出现，好像影响力超过其他的黑天鹅。是。那目前只要它停留的地方，就有得面临生死一线的这个。恐惧啊，恐慌。是。那请问这么多黑天鹅中，你认为哪一只会飞的最久？我想哈、哦，就是说，如果说以现在目前大家关注的哈、哦，对，我想疫情这个是大家最关注啊。但是呢，这个就是说，正如我刚刚所讲的哈、哦。这个如果说根据 SARS 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以前呢都总觉得说是一剂两剂而已，那这一次呢，大家哈就也不大敢做，因为这是全球的，这是全球的，包括现在意大利，包括美国，甚至于伊朗等等，你看，所以越来越严重，对，所以我才刚刚才在讲，就是说这六月底的这个是非常关键，很关键。那你认为哈，哪一只黑天鹅？对整个台湾的 GDP 是最不利。我想呢，就是说也是这个疫情吧。疫情哈、也是这个疫情。那个，你认为还是疫情影响最严重哈、是。好，谢谢林德福林委员，也射杀黑天鹅了哈。下一位质询委员，我们请高嘉宇高委员。谢谢主席，我们请总裁，谢谢。有请我们杨总裁。高委员早。是，总裁好。是。因为大家刚刚都有提到关于 FED， 就是美国联准会降息的事情，但是看来是无济于经济，因为反而引起经济上的恐慌。是。但是我们也发现，最近包括冰岛、包括英国也紧急的降息。是。那对台湾而言，您觉得说如果降息，对我们现在的振兴经济或刺激经济，到底是有没有帮助？报告委员哈，就是说降息与否哈，这个我不晓得了哈，我
就是说，是因为三月十九号，我刚才也对还没有确定，但是降息到底现在对台湾的经济来讲，是不是一个提振人心，然后刺激经济的一个好的方式？我想哈、哦，降息哈、哦，它所考虑的层面哈、哦，不只是说是只有对经济的一个刺激。其实实质上到底有没有帮助？因为从美国的例子，从各国的例子，包括台湾，其实已经是实质负利率的时代。我跟委员报告哈、哦，就是说利率的调整哈、哦，它考虑的层面哈、哦、是比较、很广广泛的。对，第一个金融的稳定。啊，金融的稳定里面呢，又包括了你的货币的对内对外价值的一个稳定，哦，那第三个呢，你也要考虑到，就是说这个利率的一个调降那个调整呢，对我们的银行业的冲击是什么？它的一个传。所以，请问一下总裁，如果我们宣布降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我最主要能够帮助台湾的地方在哪里？我跟委员报告，我在这里哈，要容许我不要就是说来回答说啊，如果我们降息，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好像因为你刚刚说降息考虑的层面很广，对啊，在这么多很广的层面里面，利弊的得失到底在哪里？那总裁，你认为说到底降息现在对台湾来讲？是不是一个刺激经济的良方跟解药，还是它只是一个宣示性的意义？其实只是安抚人心，没有实际上的效益。我刚刚也已经讲了啊，就是说利率的调整呢，它考虑的层面不是只有在对经济，但是最主要能够最主要的还是宣布，就是说降不降息，到底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到底会是什么？我就说是金融稳定嘛。金融稳定，是金融稳定。所以现在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是你对内对外币值的一个稳定啊，币值的稳定。但是我们也请总裁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利率的状况哦。是。如果我们现在利率的状况来讲，我们的实质利率从105年到现在，其实已经是负利率的状况。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你这个一月份的这个利率啊，1.85啊，这个是没有准确的。因为这个呢，是因为这是去年呢、我们的过年呢是在2月，是那今年的过年是在1月，所以呢，它的所以说因为年假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幅度的不一样。而且你要就是说你要看的是说一月跟二月来比较，不是比较，而是一月二月你要同时考虑。因为我们每年的过年呢都不大一样，所以因为过年的因素，实质利率可能没有这么低。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利率情况已经是几乎接近于零哦。没有，没有，没有。我跟委员报告，是事实上呢，我们一月份跟二月份的平均的CPI 呢是0.81，不是你的1.85。0.81，是啊，加上说我们的实质利率，我们现在要问的就是总裁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实质利率其实是已经接近于零的地步嘛。那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热钱如不断的涌入台湾之后，我们现在的超额储蓄率其实非常的高，将近12%、13%哦。以这样的超额储蓄来讲的话，这些钱不知道往哪里去，大家担心的就是说，现在如果以避险的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会跑到房市去。所以我们发现说，今年开始一月到二月，我们的房市的年增率哦，其实是持续的增高，尤其是台北市哦，年增率也高达将近14%。所以会不会导致说，反而钱涌入房市，导致房价走高，或是房市成为另外一波投资的工具，甚至炒热房市？报告委员哈。确实哈，就是说对于资金哈要涌入房市呢，这个也是我们中央银行在关心的一个主题啊。那这个呢，也就是诚如我刚刚在讲的哈，事实上呢，这个就是金融稳定的一部分。好，那金融稳定的一部分，但是呢，我跟委员报告哈，在我们如果说在对付中央银行在对付这个房市的这个，我们的工具不是在利率。我们的工具呢是 loan to value， 就是你的减少它贷款的。对对对，我们的工具是那个。对对对。但是目前看起来这个措施到底有没有用？因为实质上我们的房价其实还是持续的增加，然后成交量也是持续的增加。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呢，
我们在以前的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如果说委员呢，如果有兴趣的话，看看一下，我们也可以给委员哈，就说房价的问题哈，不是只有做 loan to value 这些的工具来应付它而已。你的税率，你的它的那个它的那个资讯的一个透明。这些都是有很多因素，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希望说央行能够注意说，在这样子利率不断降低的情况之下，这些钱会不会跑到房市去，成为另外一个破口，另外的导致房价的炒高，并且变为一个投资的工具，这个是我们最不希望发生的。是，所以我也跟委员报告，事实上中央银行对于房市我们是很密切的关注它的。这个是进入好。那另外呢，其实数位货币刚刚也有人提到，那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说央行其实对于数位货币的政策一直是暧昧不清。那从过去呢，这个没有研究到现在开始研究之后，到底我们现在是要朝向发行数位货币来研究，还是要朝向就是说到底要不要发行来研究？我们现在研究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想是这样哈。以中央银行的一个立场来看的话，CBDC 是不是有那么的急迫性？哦，瑞典它有它的急迫性，哦，那其他的国家大概就是说都没有说是很有急迫性。所以呢，我们中央银行的立场呢，CBDC 可能就是说是你数位化，你的 e-commerce 就是说你的 e-commerce。所以，总裁，您对于发行数位货币有没有急迫性这件事情还在研究吗？因为当这个脸书已经说出 Libra 之后，世界各国的态度开始转向积极，而且都已经朝向要发行数位货币来努力跟研究。包括您刚刚讲的瑞典的电子克朗，还有这个欧盟哦，也转趋就是要研议发行。甚至中国它是最积极的，还有美国呢，其实从 FDA 开始呢，他们 FED 开始呢，他们已经有宣布，就是说联准会呢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表示正在研议发行数位货币哦。那包括巴哈马也要开始发行数位法币沙元哦，还有加拿大的央行也要准备发行数位货币。那所以台湾到底有没有要发行数位货币？有没有要？我们也是在研究，就是说，就是说朝这个方向走。只是说你什么时候要发行，这个都还到目前为止你。所以我们去年五月开始研议发行数位货币，到现在其实已经快一年的时间。我们到底要不要发行？这个目标跟方向有没有确定？要不要发行？都还没有确定。所以研议了一年还没有办法确定，问题在哪里？没有，因为这个。要不要？因为数位货币俨然是一个全球的趋势，当我们要推行这个电子化支付的时候，数位货币其实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哦。当大家都在讲说要发行数位货币的原因，就在于说，当脸书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货币数位货币不断的出来的时候，如果各国没有掌握这个数位货币的先驱，有可能我们就会被别的国家所掌握。那央行过去有掌握这个货币的发行权，如果在数位货币在国际上我们是落后人家的话，其实我们就可能丧失先机。所以央行研究了一年，如果还没有研究出来的话，那在国际上当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朝向这个在测试在努力甚至要发行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准备？从延议了一年到真正发行需要多少时间？当我们要准备发行数位货币，还有相关的配套，包括金管会，包括科技部，包括相关法令的配套，这可能也需要时间。所以请问总裁，当如果我们确定要发行数位货币，到实际发行数位货币到相关配套的修法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部会的努力？我们如果都还没有朝这个方向来做，那我们会不会有可能在这个数位货币的发行上矮人一截，而且我们可能在时间上也已经落后世界各国？不会，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的研究的一个阶段哈，
不会落后其他的国家。可是我们研究一年还不知道要不要发行，所以我想请问总裁，如果你从真的要开始发行到真的能发行，你觉得需要多少时间？啊，这个还是很不没有确定。所以遥遥无期啊！当世界各国都在准备发行数位货币，我们还在研究要不要发行。我希望我们政府能够对数位货币政策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然后让我们这些号称新创、号称台湾要走向科技大国的这个能够赶快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要再停留在过去认为传统货币是主流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我们央行能够在一年之后赶快给我们一个成果的报告，到底要不要，至少要先有一个目标出来。所以总裁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时间，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发行数位货币，有一个结论？我想呢这个比较技术的问题了哈，那我想呢，我们会给那个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没有时间表，我们会给委员一个报告，好不好？哦。所以研究一年之后有结论没有结论？不，我们还是朝这个方向走。但是呢，现在各国就诚如我刚刚跟委员报告的，现在都没有一个。所以我们在观望各国，而不是我们自己先掌握台湾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总裁在这个部分不要只是看各国的风向，而是我们自己要确立说我们要有自己的数位货币。没有，就是说。好，谢谢总裁，谢谢你，谢谢你。谢谢高嘉瑜委员。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我们请曾明忠曾委员。好，谢谢，谢谢主席。麻烦请总裁。有请杨总裁。啊，曾委员早。总裁好。是。疫情冲击的情况你很清楚，从第一波是服务业，第二波是制造业，第三波是相关的员工。那冲击的情况每个产业不一样。那要请教总裁，是因为这两天国内外的股市造成重大的波动，昨天美股道琼斯还跌了1464点。我要请教总裁的是，近期内外资有没有大幅汇出的情况？我跟委员报告，基本上以今年来讲的话，那个外资是汇出了。不过呢，我跟委员报告，外资的一个动向，它是非常的怎么样？它是非常灵活的，它有进有出。那进，总裁能不能针对我的问题？近期内有没有大幅汇出？近期内是它有汇出，但是应该如果说跟去年来比较的时候，是它是大幅汇出。跟比较， okay. 这个是比较问题。对，已经有大幅汇出的现象。对。是好。另外请教，就是假设今年 GDP。假设依照主计总处的预估还有 2.37， 对，那要请教总裁，假设疫情继续延烧到第三季第四季，你认为还有机会保二吗？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了哈。对，到目前呢，我也没办法来很肯定的来告诉。那假设我的前提是对烧到第三季第四季，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对，保二机会相对少，对不对？对，好，是没有错。好，再往下看，另外问题就是要请教总裁啊，对，我们的现钞或者硬币要不要隔离？因为为了防现钞或硬币成为病毒传染的媒介，新台币旧钞或者硬币要不要隔离一段时间之后，才让它重新流入市场？是，跟您说明。因为包括中国大陆、包括韩国都已经这样做，包括美国，他把从亚洲回流到美国的美钞也是隔离一段时间间，也是隔离一段时间之后才让它继续流用。所以要请教总裁，我们的现钞、硬币，虽然你们有消毒的 SOP， 但是有没有想到？现钞跟硬币要隔离一段时间再来重新使用。是我很简单的跟委员报告了哈，如果说要详细的话，不用，简单就好。简单，事实上我们也有隔离，我们从
从民众那边收进来到我们整钞再推出去呢，隔了一个月。OK， 所以基本上你也赞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哎，是是是，没有错。OK， 好，因为真的会成为媒介，传染的媒介。好，来往下看，总裁，对，你很清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有2008的世界金融风暴。对，你认为这个疫情会不会衍生金融风暴？2020的金融风暴？哎，我跟委员来报告哈，就是说，如果说以我目前所掌握的一个资讯哈，到目前为止呢，我认为呢，这个金融风暴发生的几率应该是不高。这是您的专业看法。哎，是我个人。但是我跟你报告，对，昨天欧洲央行的总裁拉加德，对，他说现在欧洲啊，现在面临的是类金融风暴哦。类金融危机哦，是，所以亚洲，我们不先不谈，但欧洲已经这种情况哦，是，您认为不会发生2020的金融风暴？我还是坚持这样看法。不，对我事实上呢，委员今天看到的那个讯息，也就是说他那个拉加德哈，他有讲到就是说类金融，事实上呢，他因为欧洲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哈，因为他的经济。它的经济本来就已经是不是很好的，好、哦、啊，它本身呢，欧元区本身它也有一些金融上的一个问题，哦，包括它就没有整合啦、啊、什么的，这些之类的。那现在呢，又包括了就是说这些疫情加进去了以后，其他的国家呢又一直在降息，哈、哦，所以呢，它才会有这样的有感而发。那至于就是说是不是，我是觉得是稍微他讲的这个就是说。因为是这样，然后会引起2020年的金融风暴。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就是说能够很肯定的来讲。对，到目前，是到目前。那这个是因为 Luckett 你也知道，他是 IMF 的总裁，是是是，他是非常的专业哦。是。他预估的是亚洲，预估是欧洲的情况哦。是是。万一欧洲的情况不好，会延烧到全世界。是。我的看法是。我是相对他的看法是某个程度我是赞成。好，再往下看，总裁您怎么维持新台币的汇率稳定？哦，新台币的汇率稳定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密切的关注这个资金它的移动的情况。哦，第二个我们的很基本的原则哈、哦，就是说。我们对外资的这些的，如果说我们认为他有一些的，就是说他的一个行为会扰乱到这个我们的外汇市场的一个秩序的时候呢，我们对针对他的那个行为呢，我们会告诉他。好、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整体的来看的话，如果大量的进出、大量的，而且很短时间的进出，这个都是我们。会进场的一个时点 ，OK， 只要是这两点，哎、欸，是是是。好，另外跟你讨教的问题，3月3号美国降息2码，哎、欸，对，澳洲降息1码，3月4号加拿大降息2码，对，昨天英国降息2码。我要问你的问题是，为什么先进国家动作这么快，这么急，而且降幅度这么大？你看到的背后的原因跟问题在哪里？我想哈、哦，他们还是对于这个疫情呢，会持有很谨慎的一个的态度。哦，就像诚如我刚刚所说的 ，Power 他也是在讲，就是说他为什么会突然的降息，他就是说可能美国呢会因为这段时间呢。因为如果说没有一个保持一个宽松的一个金融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呢，会影响到它的经济活动，所以它是一个预防性的措施。另外呢，它也要提振这个household， 就是我们的那个家庭部门跟企业的一个信心。他说的理由是这两个，主要就是这个两个因素。这个两个因素。所以回到本国国内，对，您认为国内？跟进，因为当大部分的国家的降息，而且一降就2码的情况底下，是我们是在什么条件前提底下
会降息？我刚刚也有报告过，就是说我们利率的调整呢，是利率的调整呢是考虑到金融稳定，金融稳定。那金融稳定呢，就里面就有包括了，就是说你的汇率的问题，还有你的物价的问题。另外呢，也会考虑到，就是说我们的金融业，因为这个汇率的一个调整，它的一个中介的角色会不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是我们最主要关心的。那我们中央银行法的一个规定呢，我们的目标呢，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我们来协助经济的发展。OK， 这是我们中央银行的。你坦胜的就是这几点。哎，对。好，因为你刚刚讲先进国家是一环境的措施，哎，是。我也要求，我也建议央行，你要采行一环境的措施啊。我们现在国内疫情是相对稳定，是，但是现在延烧到全世界，是。那欧洲已经讲它面临了类金融危机，是。所以也在这里严正的要求央行，你要采行预防性的措施啊。是。所以，当我最后的问题是，当大部分的国家都降息的时候，是。我的问题是，我们会跟进。我想哈，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理事呢会在3月19号的时候呢，会充分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所以我相信呢、因为央行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主管机关，是当先进国家它的动作这么快、这么猛、幅度这么大，是要的是预防后续的维持金融稳定。或者企业宽松货币的需要，是，我也这里拜托央行，是，你也要采行预防性的措施，这样的看法你赞不赞成？我想呢，预防性的一个措施呢，我想呢，美国它这个调整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在这一点哈、那当然了，就是说一般货币政策呢，它也是看未来的啦，是很少就是说是现在或是过去了哈。所以呢，这个预防性的一个措施呢，是一个普遍，中央银行的一个中央银行呢都会考虑到这一点的啦。所以你也赞成采行预防性的措施？我现在呢就是说，这个还是要由那个，但是这个是考量的一个点，因是对。OK， 好，谢谢。是，好，谢谢曾明忠委员。我们下一位咨询委员是郭国文郭委员。主席你好，有请那个杨金龙杨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郭委员早。哎，总裁你好。哎，是。我感觉你这个回答问题。多谢你鼓励，多谢你鼓励。我想问一个问题，打杨总裁请教一下。哎，是哪里？那个前几天哦，那个新闻哦，有一个报道哈。对。就新加坡学者他发表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环境采验研究报告当中有指出了哈。对。那负压病房内的这个病人可能接触到了位置啦、器物啦、设备啦、听诊器啦，未消毒以前哦，都可能感染这个新冠状病毒。那在3月4号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在美国这个学会的杂志当中，也认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采检的新闻更进一步的证实，也就是说呢，接触这个传染啊，是病毒拥有这一个高度传染力的主要原因啊，得结婚嘛，哈，你跨结婚多得结婚嘛，是。我请教一下总裁，你身躯顶有新代表无啊？我新代我。你现在提电话出来看一下。我无揸信贷票。你央行总裁无揸信贷票？我是要借一张啊。好。你是无揸信贷票是惊内底有病毒啊？是安那？不是，因为这我平常呢，就是说我知道刚刚发行局有回答那个蔡壁如那个委员的讲法啦。是。不过防疫如同作战呐、是。刚刚的讲法其实是在一个超券的使用的方便上，你们平时的日常作业的一个说明啊。是。但是呢，到了这一个病毒期间呐、是。我先请教一下啦。对。这个病毒在钞票当中到底可以停留多久？你有没有去研究过啊？有这个有。多久？
病毒哈、哦，多久？哎，好像是九天吧，是不是？鲍委员啊，这边让我来，因为在这个德国有一个研究了哈，最新在2020年，他说啊，这个在纸张上面冠状病毒在纸张上面最多存留5天了，那在所有物体上，它会5天了哈。那也就是说，它在5天的这个交易量当中，你看到这一个东西，这个4个小朋友不是在看地球仪的呢，这4个小朋友哈，看起来是来看这个病毒赶快呢，我刚呢。5天的这一个钞票这个流通哈、哦，会接触到不少的人群呢。你平常的处理方式啦哈、哦，老公，那个你平常有去交给台银专办业务来做这个销件的这个销毁吗？还是用使用上的方便性？可是因应这个武汉病毒，你有新的做法不？哎，包总，委员啊、嗯，这个我们要遵循这个中央防治中心，他一直在劝导民众、哦、中央防治中心嘛要多洗手，不要摸脸、啊。我讲我一听啊，哎，显然啊，那个中央那个疫情指挥中心还没有跟你们说明这一点嘛，你们也可以主动跟他讲。我举一个例子啦，美国轮准会哈、哦，还有包括这一个他的 CDC 哈、哦，已经有对外进行说明。也就是说呢，来自疫区的这些呢钞券呢，在特定的美钞呢，它要进行隔离的，这是第一点哦。哎，这国外的做法。第一点 ，WHO 世界卫生组织也想尽可能采取这个非接触性的这种支付方式啦，哈。譬如讲，疫情比较严重的这个中国，或者是南韩，当地的央行已经下令了、啊，流通特定的地区的钞票必须消毒，甚至销毁。这个其他几个国家的做法，总裁，你别搞好，就定讲就好啊，你是安那？啊，你别讲起来无？哎，反正，哎呀，蛮不一样，讲唔对嘛，胜利耶呢？哎，无啦，没啦，因为这个是我的业务啦，哈。哎哎，其实我们没有未雨绸缪啊，哎，超前部署啊，别人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怎么都还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啊？鲍委员，我们不是说开始做，我们。本来每天没有，你不要跟我讲平常业务嘛。欸、我来讲因应疫情，那我不赶快的策划，你还跟我讲平常业务交给台银处理，阿那刚丢平常跟暂时不一样，防疫如作战啊，局长。是这个就是要民众要多。你不要用平时的操作 SOP 来回答本席啊。哎、欸，我们现在哈、哦，我们现在我告诉你了，说刚刚联准会在做法，你准备交来的折磨啦。哎、欸，我们的做法跟联准会一样，联准会也一样回笼操作吗？哎、欸，有销毁吗？有隔离，我们所谓的隔离是什么样隔离？回笼到大陆回来的这些钞券要隔离吗？不，就中国南韩过来的这些钞券要隔离吗？哎呀，就是你这疫区所在所谓的这些钞券，你也接受到你的隔离没啦？我们指的是新台币啦，对的，新台币啦，新台币。啊，你来炸灯来嘞？本来就炸灯来嘞，一炸灯来。他本人就要遵照政府的指示，要14天的隔离，他的所有的东西也隔离嘛。对，包括他的行李，包括他的钞券，他自然隔离了。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使用？包委员啊，这个是这样子啦，钞券哈是不同的人，你也不知道你的前手是谁，你花出去后手是谁，所以所有最重要，每一个人要勤洗手了，平常。其实不光只是钞券会造成感染、啊、所有会接触的都会感染。疫情如果太严重，那是北部确诊较侪，你有需要考虑一下无啊？我们会把这个啦有没有可能加速消费或加速处理啦？会，有我们会，我们会准备有超前部署嘛？如果有，我们会把这个。销毁钞券的比例增高了。你叫困起来，你要占足侪分钟啦。我总裁表现起来啦，总裁。另外一个部分呢、啊，这非接触的这个支付方式啊，哈，刚刚也有人问了、啊、哈，这个问题从脸书宣布开发全国加密货币哈 Libra 的时候呢，2019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有跟进说要推动这个数位的人民币，以及呢，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6国的中央银行哈，包括这一个欧洲央行、英国、瑞士、瑞典、加拿大、日本以及国际清算银行，都宣布在4月中旬之间呢，要研究这个发行数位货币的可能性啊，吼，那美国联准会呢？其实布兰纳德也表态要跟进了，吼，这种大咖的啦，吼。那总裁，你在去年11月7号的时候也表示说，若能顺利解决相关问题，央行数位货币渴望成为零售支付的最后一里路，一改之前宣布不发行的这个立场啊，吼。去年表态的时间点啊，那阵啊根本没爆发这个武汉肺炎啊，对不？是啊，这样一个爆发武汉肺炎，
那 WHO 的这个建议说非接触性的支付方式，是不是有更加的必要性啊？我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哦，我们的电子货币支付的方式呢，一直都是在推动的。我知啦。哎，对，所以这个2025啦，赖清德前院长的时候有宣布啦。这个就是说，苏贞昌2020也是要创新打造智慧金融嘛，对吗？对对对。那至于就 CBDC 这个一直就是说，我们中央银行事实上呢，我们也是密切的在研究啊，然后在试验。也没有跟这个，因为这个肺炎的疫情的关系，加速办理啊。哎，当然啦，如果说是这个不是，就是说不是说只有疫情的这个，因为 e-commerce 的时候呢，就会让你就是说要想到你未来。以前就觉得有必要，那现在选择更加的迫切嘛，不是吗？所以说应该加紧去的收缩嘛。是，我想呢，我们是也会朝这个方向来走。好，谢谢哈，接下来哈，是那个本席刚刚也在聆听哈，你刚刚好像回答我们这个本委员会的委员当中有提到哈，是这个 SARS 期间的这一个状况对经济成长率的影响，对，那比较于这一次武汉肺炎的这个部分，你好像有提到，是，你可不可以重复一次你的认知当中哪一个比较严重？那当然啦，我是认为就是说这一次的那个比较严重。这次比较严重嘛？对，是比较严重。好，那我请教一下，因为那个成长率其实哈，老实讲都预估值啦。哎，是。但是呢，它的线性发展哈，我是上一张一下哈，谢谢。你觉得呢？在2000年的这一个全球科技泡沫化哈，这个表格比较属于这个 L 型嘛？然后另外呢 ，SARS 的这个是属于 V 型嘛？哎，是。金融风暴嘛，差不多 L 型，然后股也撤了。是。你看看，这可能是什么型？这一波。所以呢，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这个要端视哈你这个疫情的发展呐、啊。嗯。哦，如果说你就像那个 SARS 的时候呢，它的时间很短的时候呢，那它可能就会 pick up 的，就像就是 SARS 的情况、但是这一次呢，又好像不是。所以我刚刚也是回答委员的问题哈，就是说大概第二季我们大概就会看到它的关键点。嗯。哦，是不是会持续下去？第二季就可以看得到了吗？我大概是第二季，因为大家现在都是认为，就是说上半年会受到影响，下半年呢应该是可以慢慢恢复。一般陈时中的讲法是遥遥无期呢，难以预测呢。没有。当然，现在呢，我跟委员呢，现在的发展是越来越 uncertainty， 越来越不确定性。对，普遍性很高。对，但是呢，目前大家一般的，可是你的看法好像比陈时中部长还乐观的感觉。这个是从经济成长的一个观点来看的。一般来讲。最后哈，本席最后这几秒了哈。是。那个总裁，刚刚呢，好几个委员在提这一个降息与否的问题了哈。是。我是觉得讲实在话哈，在目前亚洲率先降息的这些国家，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来说，都不是疫情最严重的了。是。那今天刚宣布的这个英国跟冰岛，也不是欧洲的重灾区啦。是。某个程度来说，这些国家的降息跟这疫情的关联性还有待商榷啦。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那即便呢，在美国股市的时候呢，在2018年12月呢，崩盘超过10%的时候，川普说要降息，但是联准会也没有理他嘛，不是吗？对。所以降息的这一个宣示意义，某个程度是在稳定金融信心的作用比较大嘛。是。所以依照这种情况底下，央行是否也是因为如此，也没有决定说一定要非降息不可，对不对？没有我跟委员报告哈，所以我刚刚也是一直在重申哦，我们在3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非利率的调整不是只有总裁决定就可以了，是要听您委员会啊，3月19号啦，你不要讲3月19号啦，我才多少毛听到啦。那总裁，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主席拍摄赶不到时间的好啊哈。我在之前呢，那个我们的那个因为外资进来嘛，热钱跑进来的时候哈，那时候有一度哈变成台币跑到2字头。是，然后报纸、报章、媒体，然后说，因为我们哈有进去赶外资了哈，所以说又变3字头。能不能拜托一下，跟我讲一下最后几秒钟啊，你是怎么赶的、啊？没有，我想呢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一个原则哈，就是说你买了股票，因为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嘛，你进来的主要的就是要进入我们的股票市场，对。但是呢，你如果说进来了以后，
都是一直放在那边没有进入股票的话，那这个就违反了我们的规定嘛。这个金管会的规定，你就开始赶了。那当然了，我们就有一定的时限吗？他可以 stand by 多久？我们也不是说就赶他出去，没有，我们就会提，我们就提赶外资啊。好，那报纸是这道德劝说，我喝咖啡。打电话发 email 没有我想呢我们会告诉他就说你既然在那么久了你就要进入股市对不对那我数第二个来清稿了主席的谢谢谢谢我们讲啊谢谢郭国文郭委员下一位质询委员我们请林楚英林委员那等一下呢，我们质询到陈嘉华委员以后啊，我们再休息十分钟了，好不好？主席早安，有请我们的杨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总裁早安。早。一早咨询到现在哈，您可能没有时间来看新闻，但是我想，如果从新闻推播的话，有两个可能，很多现在在线上的朋友，他可能就会关注到，就是 Tom Cruise， 你知道吧？ Tom Cruise， 一个对美国的演员，他们夫妻已经确诊了武汉肺炎。是。还有，如果关注 NBA 的话，那么爵士队的中锋现在也因为武汉肺炎，所以 NBA 可能会停赛。也就是说，其实武汉肺炎这个疫情，就像刚刚总裁所说的，真的是比大家认为的要来的严重。所以说，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传染途径？我想，刚刚前面几位我们的同业也都同事同僚们也都关注到，就是钱币如果来自于疫区该怎么办？本来我自己认为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让这个杨总裁来轻松答。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刚刚其实我们前一位郭文伟也提了，就是这个亚洲的美钞要隔离哦，就是如果来自于亚洲人带到美国的美钞，这是美国的做法。下一张，如果南韩的话，现在是要加紧抑制武汉肺炎蔓延，所以它的钞票也要隔离。是。我们再来看中国，如果这条新闻刚刚先放出来的话，第一个大家可能会认为说这搞不好是个假讯息，但是现在中国也进行了货币的隔离消毒，而且长达14天。那么刚刚其实呢都有做了一些回应，但我们想问的就是，不知道总裁认为哦这样的做法到底是需要还是不需要？我想哈，就是说。他这个隔离哈，他也是一个算是一个 SOP 的一种啦，也是回笼券啦，它是回笼券。那事实上呢，中央银行呢，我们每天所做的也都是这样子，回笼券我们从民众那边收进来，到我们整钞完了以后，有的一些没办法再出去的，我们就销毁，而且我们的销毁率呢，将近是40%嘛。大概是40%嘛，哈。那剩下的这些还可以流出去的，我们大概隔离一个月的时间。隔离一个月，所以甚至于是比美国或者是南韩。那当然了，我们这个一个月就很长啊。韩国是14天，好像是14天嘛。对。是啊，那我们是一个月。那么除了纸币之外，其实前一阵子甚至有新闻讲到的是铜板。是。那铜板又是如何处理呢？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发行局局长？包委员哈，其实我们的纸钞占整个的发行里面哈，它是占绝对大宗。那的硬币它的面额非常的低啊，那散在各地，所以呢很难呐、要求民众把它存到银行啊，或者要求，因为我们要所谓的隔离。我刚才委员也说了哈。不管是韩国啊、美国啊等等，他们指的都是回笼钞券，不是市面上流通的钞券，是的，要回到中央银行手边的钞券才有办法进行一些所谓的隔离啊，所谓的这个整钞。那么我们也是这样子，可是毕竟硬币在民众手边，我们有158亿枚的硬币了，哈、在民众手边，这数量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我们还是强调了一点，任何的。疫情的传染不是因为用的纸钞、印的硬币，
任何只要被感染的来源，包括你的纸张，包括你的捷运车站，都有可能造成感染。好，这最重要一点，这我了解，要洗手，不要去手去摸脸。好，我想这个 CDC 应该可以请您来当代言人了。今天您讲了很多遍，但是我想问总裁的是说，也就是这样，所以我相信民众关注的就是说，像我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么有没有可能跟 CDC 做一个商讨或者决策？就是说，像现在，就像刚刚这个局长也说了，很多的纸币或者是硬币，它是在市面上的流通。如果民众真的有焦虑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中国的大妈直接拿去微波，结果碳化。那所以像这样的笑话，我们当然不希望台湾存在。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果他真的对于他的货币有疑虑的时候，第一线可以怎么做？对，我想呢，我们呢会来在我们的那个网站里呢，我们来宣导，就是说对于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那个钞券的使用的情况，这个我们会来在我们的脸书，我们会来把它PO出去。好，谢谢总裁。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很关注的就是有关于全球降息的问题哦。那么刚刚您也一直提到的时间点是3月19号，是没有错，必须要经过理事会的合议制才能够决定。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没有决定，但是其实都会有所谓的预期心理或预期报道出来。是降息对台湾来讲是整体经济是好的吗？或者是不降息才是好的？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是从拱口才的口中所说出来的是好。那如果今天不降息的话是为什么？降息又是为什么？现在有人这样的评估呢？所以我刚刚已经就是说也有谈到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中央银行经过理事的一个讨论，事实上呢，我们讨论的就是说你的利率的调整呢是主要的，还是在于就是说看到的就是说你现在的物价，未来的物价，你的我们金融稳定的这一块哦，金融稳定的时候就中央银行很简单的就是说你的物价的稳定，还有你的汇率的稳定哦。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金融机构，我调整了利率了以后呢，我们的金融机构呢是会有怎样的一个冲击？它的一个传递，我们货币政策的一个传递的管道，是不是会因为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重点。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要再考虑到，就是说我们调降了我们调整这个利率了以后呢，对经济的影响是怎么样？它的协助的程度是怎么样？哦，所以呢，是以金融稳定为主，协助经济成长是第二。好，所以说总裁，就像很多人认为说我们是一定感觉会降了，尤其是刚刚前面几位委员在问的时候都说，因为您跟媒体漏了口风，感觉是往调降的方向。但是也有人认为是说，美国能够这样子很快的降，是因为它过去有升息，但是事实上我们没有跟着升，我们没有动，所以我们真的有降的空间吗？我想哈，就是说降不降，这个都是相对性的，你的利率的高低呢，这都是相对性的，你看看现在有的都是像瑞士的利率呢是-0.75%，这个我们都不敢想象的，是不是？所以呢，有没有空间？有些时候呢，这是相对性。好，所以说接下来您刚才也提到就有关于货币的稳定的部分了。对，是。但是呢，昨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标题直接今天早上就讲了，是央行赶热钱，所以说台币是跌了，昨天是以跌的作收。那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到底是如何？我想呢，就是说赶热钱哈，这个就是说是市场的一个猜测了哈。当然了，我刚才也有谈到，就是说基本上呢，就是说你的外资进来出去，进来出去呢，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一个规定啊，那金管会的规定就是说，你进来就是要进入股市的，你不能就是说一进来了以后你就 parking 在那边啊，然后呢给人家一种猜想是你要做什么。那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赶他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你就进来你就要进去。那你卖了股票的时候呢，你有可能要再进去，你就要赶快进去，不要就是说疫情它都是已经 parking 在那边，是那没有动作，那这样会引起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关注，就是这样子。
好，所以说其实我要追问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台股部分外资是非常多的，对、是。我们担心的是在这一波的动作之下，是不是外资会两边赚呢？有没有可能这样的状况，就是这边股市卖了之后，他又用汇市来做？我想呢，就是说，如果外资他很灵活，对不对哈？他很灵活。那当然了、这个就是说灵活它的技术，还有有些时候是也要包括它的那个运气，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都是很齐全的时候呢，那当然它股市也会赚，它汇率也会赚，但是呢也不会是说这三种因素呢都碰巧在一起，也就是说它股市可能也会赔，但是它汇市会赚，那可能也是它股市会赚，它不要汇市它会赔，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啊，外资呢？但是呢，我们相信呢，就是说，资金的进出呢，它一定是做最好的一个选择，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最好的选择，但它当然了，它就说啊，它股市也要赚了，它汇率也要赚了，这是它最佳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都没办法来判定。所以央行身为主管机关，在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有个3月19号的时间点，在3月19号距离现在。还有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差，对于他们来讲，会不会进行变成是有投机或操作预期可能的心态？那么，身为主管机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防止？所以我们才会就说，像刚刚我所说的，像他进来了以后啊，很久就没有，那我们就会注意他，对不对？像这个就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就说，用整体面来想的话，如果说你进来或是出去，金额都是很庞大，而且在短时间的时候呢，我们的外汇市场没办法承受这种压力的时候呢，中央银行一定是会维持它的秩序的，会让外汇市场来稳定的。这是我们的职责，这是我们的职责。谢谢总裁。啊，谢谢。好，谢谢林楚英委员。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陈嘉华陈委员。我们请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主席，陈委员总裁，还有各位大家好。是。接续刚刚的大家的质询的问题哈，那现在就是央行这边要等3月19日才会去召开第一季的理监事会议，才会宣布要不要降息。对。那请问央行在面对这个百年一见的这个瘟疫这个疫情的时候，还要维持3个月才开一次理监事会吗？我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哈，就是说我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说你如果说觉得你们会随时机动的去讨论吗？对对，激动我们也会，比如说用视讯啊，对对对对，有，谢谢谢谢，有有问题我就把握时间。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央行还没有降息，那美国已经降了，其他国家也都是很快速的降，那还没有宣布，央行还没宣布。那在这段时间，如果有热钱流进来。那央行就要紧急做一些进场做台币的贬值的这个动作，那再加上如果我们有这个贸易对美贸易顺差的这个项目的指标，那台湾就会被列入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操纵，请下一张，就是会被列入这个操纵国，外汇操纵国，有没有这个可能呢？我跟委员报告哈，如果说以这他也快要就是说这个美国财政部呢，美国呢也要大概在4月初4月中他会提出来哈，那他有3项指标，那第一项指标、第二项指标就是经常账的顺差，还有就对美国的顺差，这2项，我们以今年来讲的话，以去年来讲，整年它是整年嘛哈。都是达到达它的指标，
也就是说是。但是我们现在对美贸易顺差这个指标，我们是已经绝对是会超标。对对对。那如果我们再去操纵这个就是去做，因为热钱进来，我们在做台币贬值的这个一个动作，那我们很容易，因为这个指标也是很接近的。没有，所以。是不是会很容易就会被列入？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超过这个红线呢？不会，因为我在报告里面呢，我也讲到，因为他四月份出来的一个报告呢，是就去年整年。但是现在央行给我们的报告并没有，今年美国一月的报告。哦，没有，他还没有。不是，他四月初才会出来。那一月的报告？一月没有，他一月没有报告，他每年就只有出两个报告，一个是在他十月份的十月的时候，一个是在四月份。好，那如果这个部分是，对，好，那我再请问总裁哈，现在我们看到联准会他降两码，是是，但是对股市的这个却没有影响。却没有造成美国股市的还是降嘛哈，是。但是我们看到后续川普自行就宣布减税，好，宣布减税的这样子的属于财政的政策，结果美国股市就涨了。那请问总裁你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作为？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第一个他在降息了以后呢，好像也有稳住了哈，美国费的降息也有稳住，好像呢。他的你觉得跟降息也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他这个他波动还是很大哈。啊，另外呢，就是说川普总统呢，他宣布做财政政策的时候呢，好像是股市立刻大涨，但是我听哈，这我还没有看到那个 news 哈，看到那个 news， 就是说今天昨天呢，他的那个他哦，事实上我也看到了。所以总裁研判降息跟降税。都有关系，对股市、美国股市的这个上涨是有关系的。你认为是这样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台湾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跟财政的政策要怎么去调配呢？我想呢，这个货币政策呢，我们会在3月19号来决定哈。这个是刚刚货币政策，对货币政策。那财政政策这个部分呢，哈，我在想了哈，就是说我们。政府呢提出来的这个600亿的纾困，这个也是属于财政政策的一部分。那你认不认为我们也要做这个调降那个税率的这样子的减税呢？哦，那这个是这个是由财政部去决定的。你们有做协商讨论吗？没有，这个是他的主这个他是他财政部的主管业务。他的主管业务，了解。他也不会来洽我们。所以现在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要等到3月19号呢？譬如说，现在已经3月12号了，是，那如果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央行这边有没有需要？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股市，到现在为止，昨天已经破了11000，这个波动是蛮严重的，蛮厉害的。是是。那为什么央行？觉得还是有信心等到3月19号再去宣布啊，因为报告委员哈，就是说股市这个哈，基本上呢，中央银行的一个利率的调整呢，我们比较不会去就是说是因为股市，然后我们做什么样的动作，中央银行是好像我们是对于金融稳定，那但是我们的金融稳定呢，是主要的是焦点呢是在于就是说我们的物价的稳定，我们汇率的稳定，我们的这金融机构的一个中介的角色，是我们是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你们扮演这个。货币稳定，你们到目前是有信心的。是是是。然后你们的这个理监事会议会弹性的去调整做因应，是不是？我们的要调整余活会在理监事会议里面来。再下一张，好。那接着我们看再下一张哈。现在就是针对这个武汉肺炎哈的这个疫情，那请问这个。我们的超额准备金有多少？现在是不是足够呢？我们的超额准备金呢？对，这是450亿到500亿，这个足够，这应该是足够。好，那再下一张哈。那我们再请教，
好，因为刚刚有一些委员也都质询哈，台湾配哈，台湾配。对。那我们看到台湾配目前市占率不到5%，哈，不到5%。但是我们也看到去年哈八家公股银行行库哈推广这个台湾配的行销，我们看到的预算就已经有6745万元。哦，有这么多的行销，但是市占率却不到5%。那请问，哦，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哦，你们在提升这个台湾配的使用效率，是有没有办法再做更好的一个行销策略呢？委员，我是不是请我们财经公司的董事长来跟你报？委员跟委员报告哈，刚刚那个5%的数字哈，第一个它是个调查，不是那么精准的。然后呢，它是去年，那精准是多少呢？它是去年的哈。对。如果根据它同样的调查，今年已经到了28%了。所以这个数字28%是怎么算呢？这个是资策会用民众的问卷调查去算出来的。那实际的数字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整个台湾配累计的交易量已经到了675亿元哈。675亿哈。那如果用最近的去年11月到12月，经济部办了一个圈粉的活动，这有明确的数字哈。那两个月里面，台湾配的交易量是已经达到了2.5亿元，是整个圈粉活动，因为很多的配都有参加，是占了圈粉活动整个交易量的一半了。那现在将近50%，那市占率到底是占多少呢？因为这个每一个配的用途不大一样，那你们是不是所以这并没有一个公正的机构去算它的市占率。你们可不可以，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刚刚很多委员也提到这个纸的货币的这个风险哈，所以是不是可以趁这个时候赶快去做更有效率的宣导，让提升这个市占率呢？是，谢谢委员哈。那我们最近也一直在跟这些银行合作的，推出更多的优惠的方案，希望能够促进这个电子支付的这个消费。那请你们给我一份报告，就是说所使用6000多万元做这个行销，那是怎么做的？然后未来要怎么做提升市占率？是不是可以给我这个份资料？是的，是的。好，那请问总裁，那你觉得台湾配你的预期希望能够达到多少的效率呢？市占率？哦，那当然了，我没有就是说设定它的目标了哈，那个都是这个比例，说实在是都是调查，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央行所负责的这个公司嘛。哎，是是是是是。那我们，好，那我们也期待有更好的效果。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我们现在休息10分钟。
好，我们所有官员请就座。哎，我们现在要开始继续开会。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我们有请费宏泰费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主席，帮我请一下杨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啊，会员早。大家好哈。是是。这个看你们的报告里面，你认为啊，今年这个新冠肺炎呢、啊、哈，是相对于17年前的 SARS，、嗯、对，你对在经济层面上，你觉得这两个影响的哪个会比较大？啊，我跟委员报告哈，我觉得啊，这一次的那个对全球，我是说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对，会比较大。会比较大哈，是，因为也很觉得很奇怪哈，在美国，当然他的 FED 啊，川普不断的要求 FED 要调降这个利率哈，是，但 FED 基本上还是维持他啊该有的一些作风啊，是，但是上礼拜突然就宣布啊，是。在因为他们开的联席他们的理监事会要下个礼拜。是三嘛啊，对，然后突然就这样子，这个动作就很不寻常了啊。是的，当时我在电视上也有评论了、啊，其实美国现在要救的是这恐慌，是他的医院的这个前置的部署啊，是啊、短期啊降个两码，感觉上不会马上稳定人心的哈，是。但是当长期的，当然我是觉得考量它有它长期跟短期的考量哈。是。这个，请问一下，我们央行上一次调降或调升利率是在哪个时候？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是调降。2008年，换句话说。换句话说，今年2020有12年没有动了。哎，没有，我们中间也有调降。对，所以我问你嘛，上一次有我们利率有调降或调涨是多少？因为你们好像是15季没动了嘛，对不对？对对。那上一次是在我们在2005年的3月的时候，还有7月的时候，我们都有调降。调降一个，调降一码。哎，对，是不是啊？那时候有半码。哦，调降。调降半码哈，哎，对，在 SARS 的时候，你们调降了多少？我们一码，调降了一码哈，是一码。我想之所以问你这个哈，是我来财委会啊，今年是第16年，我还很少看到你们的报告，业务报告一开始就先去谈利率。哦，是，对啊，是，这个有点不太寻常了哈，是。因为你们下个礼拜四就要开理监事会，对，我相信，当然，现在大家所瞩目的就是这个利率会有多大的，会不会变？因为你们连着15季没动，对，那15季以后，现在会不会动？是，因为如果要动的话，是往上升还是往下降？但往上升的几率是很小了，哈。是，这个往下降到底要降多少？这就是我们大家我想现在社会上所关心的哈，是。我个人主张是往下降了哈，嗯，因为如果这个疫情，台湾已经一个半月了，从1月23号过年小除夕那一天到现在，我不敢讲用百业萧条哈，就是零售业哈，非常非常的惨。餐厅啊，旅游业啦、啊，哈，还有一些门市哈、啊，真的非常的惨。我今天早上呢，曾明忠委还在，我们还在讨论呢、啊，这些中小企业可以撑到多久？中小企业他最关心的，当然我们的企业有个四大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业主权益，再加上这个现金流量啊，对。中小企业他们最 care 的短期之内就是现金流量，是没有错。我说现金流量
我根本就我没有 cash 了，马上就面临着我是要关门呢，还是去跟某些机构或单位借高额的利息的钱来周转。是，所以利息我是觉得这次我们的纾困啊，600亿当然没有人会反对，我觉得规模太小，还有一个实质上应该要碰触到的利率，或者是只还息不还本的这个政策，我们行政院没有碰到哈，当然也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尤其是行政院长、副院长，他们都不太了解这些事情。是，现在企业到底要的是什么？是，企业的让我的现金流啊，是我的税啊，应该从这个方面来思考哈。是，所以总裁，我请教一下，我不会问你啊。对，这个上个礼拜四。今天12号嘛，你们19号开理事会，会降多少？我不会问你这个问题，你也不会讲啊，对，也不为难你。但是你猜猜看，下个礼拜三，美国 FED 会调降还是不动？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在你的报告里面，你也有提到这个。是，我跟委员报告哈，以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都预测了哈，我们讲就是说是 price in 哈，就是说它已经就是说它会再调降，市场的预期我猜会调降，因为你看美国 的你看美国的股市哈，短短的一个礼拜，从将近30000点到了2400点，啊，5000-6000点呐、啊，至少5000点的波大那么大的波动。那坊间就在谈呢，要恢复到3000到3万点，2万9、2万8，要多长的时间？要多大的动力？啊，美国的 GDP 啊，占全球比例相当的高，排第一名嘛，是，没有第二名中国大陆，是。所以，当如果美国大陆出了问题，全世界一定是大感冒了，那绝对不，他打喷嚏，我们绝对不是跟着只打喷嚏而已了哈。是，没有错。这个，所以我是预估啊，美国的 FED 的利率是会降了哈。是。那经济接着，因为美国跟 DC 跟台湾台北差12个小时，是，他开完了，马上就是我们开了。是，对不对哈？是。我是觉得哈，回归到市场，啊，不要只考虑到太多的政治层面了哈。是。要去救台湾的中小企业。是。台湾的中小企业啊，这次600亿是救不回他们了啊，因为方法不对。是。那我们也不愿意讲太多，讲太多又会被民进党攻击，啊，说我们不体恤。因为这个方法救不了中小企业，是，它该垮的还是会垮，因为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你去头痛去医脚，甚至头痛去医，我们根本觉得是好好的地方，或者是也不能讲这样子讲了。你没有对症下药哈，我就觉得方法不对啊，方法不对。那此刻也没人愿意去。有人光要上说其他的在野党，你说像时代力量很客气的去冻结10%，大家也反对。冻结10%不是冻结，不是三嘛？冻结只是说你2个月以后你来报告一下都不可以。现在社会的氛围已经变成不能讲真话啊。所以我是倒是给你建议的哈，是要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现金出了问题了，是，你们也适度的在行政院院会去告诉苏贞昌，希望他尊重一下专业，听听你们的意见，从税跟利率以及只还利息不还本这样子的方式去救中小企业，否则中小企业啊，你现在的纾困看到都是假的。看到的方法就不对嘛，对不对？经济部抢个200多亿，交通部抢个100多亿，真的能够救那些中小企业吗？
感觉不出来，很忧心呐、啊，啊，真的很忧心啊。是是。所以在这里，我很期许你们在下个礼拜四，做出很正确的决定。是。你会吗？哦，我想呢，我们这啊理事会呢，都是会很谨慎的，啊，很周延的来考量，啊，来做出一个。还有此刻哈、啊。是。总裁，当然你们是要稳健的、啊。是。但是不要太保守。嗯，稳健跟保守两个意义不太一样。哎，是的，好吗哈？是的，要稳，要这个不要太保守，太保守的话，经济会被拖垮哦。是哦，好不好？谢谢。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费鸿泰委员。接下来我们有请庄瑞雄委员。谢谢主席，我请我们央行总裁杨总裁。有请杨总裁。哎，庄委员早。总裁，还有在场我们所有的女士先生，大家早。是。我想我们今天排这样的一个报告，执行货币跟这个外汇政策的一个报告啊。其实这样的一个名词，大家开始会去猜了哈，总裁大概也有了，你到底是被冲下哈？是是。那其实对于各个国家这样一直宣告整个汇率的一个调整哈，是。那我相信我们也会有压力的，这种行为嘛，行污了哈。是是。所以你整个对于整个汇率的一个政策，你到底是要去维持平稳跟适度的去反映整个利率的一个走势，我相信每一个国家，尤其是身为央行总裁，你们都会碰到。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我要来请总裁来说明，就是说是不是您遇到什么样的大麻烦，还是有什么压力，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这一波里面对于我们整个汇率的一个走势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关切？是吴伯啊，我甲委员报告哈，确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看你早上说我这个开宗明义就是在讲你说我们现在对美的一个顺差，即马偌济啊？啊，咱对美国的，我们对美国的一个顺差哈，即马去年整年哈。是超过是差不多230亿。230那超过200，那几行啊呢？哎、欸欸，是。那这样就一样了呢。哎、欸，是。那你对美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那结果我们经常这样的一个顺差跟高于 GDP 啊，那这么几趴？啊，我们一直都很高，我们哈、哦、现在是降下来一点，哈、哦，现在是10.5%。10.5%。哎、欸，对，就超过这个2%很多。哇，安尼等两行安尼，哎、欸，对，一点七，安尼两行安尼，那所以说整个要整个会操纵汇率的一个观察名单，我看是你这样讲似乎又跑不掉嘞。如果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他有三个标准，哦，三个标准，那三个标准呢，也不是说他这个三个标准都是就是一定是每年是一定是这样，他也会做某些的修改。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修改他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四月份呢是观察。我看他很难呐、啊，三个标准你现在符合两个，我相信第三个应该不会去符合了。你重复去进行外汇的一个购买，如果超过 GDP 的2%，这个 number 嘛哈 ，number， 那武力的操纵汇率的几类嘛，给你报复。嘿，是啦，嘿。那所以你两样，我在预测了，有这两样以后啊，美国。川普政府又在动脑筋了啦，他第一个就是要你台湾跟他多买一点东西啦，是没有错。阿拉伯关税你不要提我管了啦，是。那所以我们再来第一个就要面对了，是。那有跟人沟通无？啊，沟通的经验是安怎？你会排这个，我就觉得有问题了。是，我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基本上哈，所以就是说我们相关的单位也知道这些的问题。说明呢，他们也是有在安排，是如何的来因应这个情势。哦，我记得哈、哦，好像哈、哦，就是说是他们也会，我因为美国财政部他是会来直接跟我们讲了哈、哦，
那至于就是说他哪个单位会去跟我们的经济部啦或相关的单位谈这些的进出口，因为这个没有涉及到我们的职权，所以他也不会邀请我们，所以这一点呢我是不大晓得。这一波你看中美贸易上这个战争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有很多转单的效应，所以我们对美的这种贸易的一个顺差，这个很合理的啊。但问题就是说，除了我看你的答询里面，我也不认为你认为这个是什么黑天鹅，你反而认为是这一次的病毒是最大的一个黑天鹅。那所以大家在预测，你三月十九号下个礼拜四你们要开这个会议。你当你从看到澳洲，我们也看到英国，然后也看到美国，大概隆中的调降的时候哦，没有人会去想到说，天真到说我们台湾的央行会去把它提高了，那不可能去反市场去做这样一个操作了哈。但会调降多少，或者说会维持一个稳定，不知道。但是总裁你会注意了几项目，刚才这三天外资啊。狂卖在台湾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对，你敢看涨卖偌济，卖啥也卖上济，你知不知？金融股啊。你安尼一个降息了，利差一个减了，无探头，无利头啊。所以大家就酸啊。所以我都一直在想去做比较。你说当初你去过跟 SARS 来做比较的话，当初是调降。SARS。在你看起来，你说这一波的病毒，你还认为它是一只大的黑天鹅，它就是它比 SARS 会更严重。可是中彩你有想到一项不 ？SARS 那一次来了以后，反而是在股票市场的谷底往后走了四年的多头。所以你即摆会足惊，你即摆会惊讲哇，这病毒咧，冲击也足大。但是如果你去做比较的话，你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你是怎么样？我想哈。资本市场如果说以到目前的话，未来我现在我也不敢就是说对未来做某些的一个推测了哈。但是如果说以昨天的一个情况，我们相较其他的主要的市场来讲的话哈，我们台北的股市呢还是相对稳定。但是今天嘛是个落400点几啊。是啦，那当然股票嘛是小讲啊，你有有升就有降啊。这个就是说，像美国的话，它就是一直创历史新高，一直在创历史新高。那创历史新高的时候呢，就很多，包括很有名的投资家哈，他就是一直在警告，这个就是都是有风险，因为股市它是没办法，就是说一直在持续推高的，一定要做某种程度的一个 correction， 一个调整。那呢，你对投资大众有什么建议吗？我这个应该按照道理，这个是在金管会的那个职权了哈。金管会讲的不好，金管会讲的全台湾人都听不懂。不，但我也不该讲时间点，伊拢讲你稳健吼，要有信心，要慢慢啊停，慢慢啊买。不过我甲委员报告哈，就是说，基本上我还是也是同样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一个基本面还是好的。差不多了，你跟金管会讲，体质都很相信了。我你跟我讲，我来问一下较轻松的。我话无规工打拢，你才讲，我咧该又讲你有到底有要降息无？我来讲，我来请教了哈。每一位总统，每一任总统就职以前哦，咱会做一纪念币对无哈？是。啊，今嘛离520虽然那个就职那个无办，但是呢。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会在发行吧，每一次就职以前会发行吧。是没有错。啊，您这个被发行几套？我来请阮发行局局长。好来，你简单讲一下，几套？查委员啊，这个我们还没有这个正式定案呐哈。那做的话是已经到币场在做。有在做不啦？有在做。数量跟价格都还没有定，我们要在五月初的记者会的时候才会对外正式公布。这个整个纪念币哦，都签。用金嘛来做的嘛，所以都牵扯到金价的啊、哦。这个整个你一枚多少？一盎司？我们对一盎司啊，售价被别话的，唔知。那么不，因为现在差不多了，差不多话这样。我、这个没办法计算了，因为它现在、没办法计算。哇，有现在嘛，一个箱子嘛40000块，啊，你金嘛个价给不得个5万。除了金价以外，还有它的包装啦、还有其他的费用啦，都还要再加进，还没有，主要是要给造币厂的这个啦，加工费。
初估都可以估得出来啦，你的就是一样是就是那个固定的嘛，不是吗？那金价走势基本本钱话这都一定的嘛，啊，就是了不起，你那钢筋啊、包装啊，了不起是安尼念。我要问的就是说，你如果换算下来，一颗像今年金价的走势是往上哦，这个节骨眼，所以你推出来一颗要多少钱？我会想这不？我跟你问这个就是说，你说要拼要创一万年，假设你数量是一万啊，那你要去算啊，你现在的金价走势到这个节骨眼啊，你一枚要将近五万块呢，应该有啦，是啊，假币算不拿币给这都一定的 啊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史上卖的最差，你们是谁执政的时候卖的最差？这个我们是那时候有看资料里头哈，讲的不要紧，也不差掉呀。那个没有贬义的问题啊，那是市场的问题，认不认同的问题啊。马哦，那时候金价比较高了，在101年的时候哈，是嘛？卖到几万四，那一次卖的比较差，哎，2000，您这几版卖2000了。啊，卖2000，不还8000？你想那转个样样的安尼，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以现在的金价来看的话，你可能到最后一个会超过五万，是不是这样？这个金价还会波动啦，因为我们定价会在五月初。是不是这样？不啦，这定价在什么？这个就不用模糊嘛。现在三月份嘛，现在金价的走势是怎么样？它不会暴跌嘛？以现在的局势，想也知道。你站在央行的立场，你一颗多少钱？你现在连估都该估出来的嘞。我安尼讲到，超过五万，到过分。我赞同了。赞同啊，都一定是安尼啊。所以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先一采预约？嗯，无你讲，我感觉我蔡英文出来。我总来想做听你的啊，我来我支持只轻贵的啊，我要三粒，要变两粒，免像你那那一个创一万的落了卖2000粒，啊8000粒那个羊，一羊羊的了哦，啊另抓啊别人啊还是换人啊是共动的，人感觉讲里面的不太好。其实质量全部都一样，有没有可能你去采预约登记偌济，啊你得加赚加做淡薄啊就好，卖个像。没像迄顶个，有一届安尼，你着讲做一万卖2000，卖看口诶。恁咧程序上做诶费用嘛真大咧，敢是安尼？来，就说委员吼，再讲到这个预约吼，我们来研究看看呐。是啊。我们来研究看看。请教您，要好好去想一下，因为现在金价在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价格，你可以推估。一枚出来，因为重量你不可能去改变。我林鲁克能一改变重量不？不会，不可能啊。现在都是一样式了。是啊，就是一样式啊。一样式是细的啊，一样式的是定在那个地方不会改变的啊。金价现在的今麦走势，今麦安呢，伊也不可能落来啊。好，你讲上摆，你讲到五月，你四月底你来做好啊嘛，对不 对？你讲到后个月，难道你央行会天真到预测黄金会下跌吗？不会啊，哎，鲍委员啊，困难呐、啊，哎，以前曾经有做过预约了，哦，可是哦，很麻烦呐、啊，你预约了以后哦，他也不见得真来交割过了，而在差不多十几年前那时候也曾经约过，给我们来研究，不，这一次恐怕来不及，因为这一次时间北湖啊啦，所以呢，所以恁呐、啊，恁、就是拢安尼例行公司在做，无用他卡啊，你莫咧创迄落，一届拢总叫做带滞销遐济，那库存遐济，遐嘛麻烦呐、啊，经典第一105年哦，蔡英文总统是全部热销，不光只是金币哦，还有银币啦，所以我们是这样子，黄金跟白银、金币跟银币要同时卖。我写咧给你举例吧，你卖不出去，冇可能卖不到啊，你煞听无啊，我咧个预约很踊跃啊，我咧个你做来变两万啊，这个不知道啦，我的意思就是说，未必就是一定要框那个数量在那里啦，多想一下方法嘛，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庄瑞雄委员。接下来请罗明才委员。主席，个人粗略习惯的好，主席可请央行总裁。有请央总裁。好，
先把口罩拿下来。啊，总裁啊，最近是闷经济啊，哈。是。我戴口罩也是闷的，其实心慌慌啊，哈。嗯。那全世界都在闷经济啊，这个情况非常的严峻哈。那总裁，你觉得现在情况会不会比 SARS 还要惨？那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闷经济的情况啊，大概会持续三个月、半年，还是会一年以上？啊，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一般都是说认为就是说四月底看能不能够控制了哈。不过呢，现在呢，大部分有一些的人呢认为就是说四月底，因为如果说单纯是大陆的问题，那大陆呢现在好像是。他好像也有控制下来，不过呢，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日本、韩国、特别是韩国哈、它这个疫情哈、爆发的蛮那个哈、还有中东，那这些呢，就是说会让人家哈、一普遍都认为就是说恐怕哈、会延迟到六月底，到六月哈、对，有一些总裁觉得六月以后就会天下太平了。那这个也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这个好，这是比较好的预测。你这样讲起来是六月了哈、差一点的话，大概差一点的话會怎麼樣、对，现在就是说也没，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呢，现在是越来越高。这安全很重要哈、事实上大家都小心啊，央行也是很重要的单位啊、是。请问央行，你们是不是有人有感冒请假的？啊，如果我们现在进我们行都要量体温。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有感冒请假的？央行啊，以目前为止，你们的员工啊？啊，我好像我们没有隔离的隔离的那个没有，我们到目前、如果像你这个单位里面有人有这个确诊一例，你们的 SOP 流程大概？央行从异地变地方去了，所以这个都我们都有做预先准备。你要小心啊，不然如果台币停止交易的话，没有错，没有错。那委员讲的没有错，这个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哈，疫情到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有我想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没有错，没有错，没错了哈，没错，继续要做。希望讲的哈，就是真的要落实了哈。有。比如说黄金呐、是，黄金现在我们那个央行的黄金有多少万盎司？1350万。好，我记得上次啊，去金库去视察的时候啊，去考察的时候啊，本席啊，具体的建议总裁哈、请你们那时候在每盎司1270块的时候，对，我就拜托你们给干买一挂，加减买哦。请你买个500亿，今天那个每盎司是多少钱？国际的金价？我现在好像是1600，1600，1800了啦，1600多了，现在就1600多吗？对，1000，1635，1600。那我当初讲1270这样子差多少趴？我想哈、就是说委员差了快30%、对，我当初说具体建议买500亿，355，我们等于我们当初如果听我的话去买，国库就赚了100多亿耶。报委员总裁、你都讲的话都没有认真听一下。是的，对于黄金哈、我们是长期持有了哈、我们的立场呢，就是说我们也不卖，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买。所以我那时候建议你们没有买。当然了，那个时点的问题了，但是也有就是时点啊，十点才是最佳建议的买点啊。你买低现在高卖的话，不就是赚100多亿吗？这个啊，报委员哈、当然了，这个有些时候哈、有些时候那个事后诸葛亮哈、也是有。不是诸葛亮哦，不是事后诸葛亮哦。我那一次去，
文员呐、啊、去看的时候，我还说要求你们列那个列记录，你们现场都有人去啊。啊，包委员，我记得哈，也有建议我们的哈。我有建议、啊，就说也有建议我们，就是说那个时候是在1600啊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市场都说最少都是要会到2000。所以呢，也有就建议，就是说，那这个黄金呢，一定是到2000，为什么说不在1600，进去买？好了，总算了。我们也没有进去买，结果呢，那个时候呢，一直跌到多少？也就是跌到1200。所以我说1270要买嘛。所以这个有这个正面的一个的机会，但是也有负面的机会了。好了，总裁，这样子的哈、哦。反正没买都没买了啦哈，那我现在请问你啊、哦，对于黄金啊哈，是未来的走势啊，你的看法怎么样？啊、黄金哦，现在讲起来哈、哦，我跟委员报告哈、哦，事实上它也是涨涨跌跌啦。你看看，我们来看看石油就好了，石油也是啊，以前也是将近到啊一桶150块美元啊，到180块美元啊，结果呢，到目前你看看，现在也是跌到多少？甚至以前呢跌到多少？是跌到一桶19块，那现在呢？是它又跌到三十几块，那你不能就说哦，它可能也就是都会是在三。那总裁这样油跌那么深的了哈、哦，现在三十几块嘛哈、哦，这那这个对经济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你可不可以大概讲一下？啊，基本上哈、哦，在国内的经济成长啊，会不会重创？我想哈、哦，就是说，对某些人他是得利的，少部分呐、啊。哎、哦欸，对了，哎、欸、那也不一定是少部分，有一些企业如果说是炼石油的那些石化业，可能他会受到影响，哦，对不对？但一般的汽车族啊，一般的汽车族这些啊，因为石油价格下跌，他一定他的那个啊、可是全世界经济都重创啊。那当然，就是说从因为整个需求都降下来了嘛，那是经济活动不活跃了。那个是国了哈，也就是说，因为需求不佳，整个需求不好的时候，总需求不好的时候呢，那对油价对石油的需求也就会减少。那你的供给在增加的时候，那当然呢，你的它的价格就下跌啊。那总裁最近对国内那个 GDP 啊，经济成长啊，是大概要下修了吧？啊，今天会不会破二？啊，那个主计总处呢，它是下修了。下修多少？哦、它是从2.72下修到2.37。会不会破二？那有一些的投资机构呢，它是也有就是。央行呢？央行的自己的研究单位。我们在3月19号的时候，我们会公布我们的预测。几号？3月19号。快到了啊！哎、欸，是快到了。啊，你现在的手上的资料大概是怎么样？哎、欸，我想呢，我们上一次的调整，我们上一次的预测呢是在去年的12月底左右。那现在呢，哦、经过了几个月了以后呢？等，等，总裁、啊，你看现在的经济的局势啊，真的很可怕啊，上上下下，美股可以一次涨2000多点，可以暴跌1500点。哎、欸，是。台股今天跌了500点呐、啊。台湾的股市啊。成为外商投资客的提款机啊！是最近汇出去了多少钱？啊、我们如果说根据的那个根据哈、哦，根据那个昨天是大量汇出是不是？它是有汇出了，它汇出多少？金管会呢，它1月份的时候，2月份的时候呢，它将近就会出去将近40亿了，40亿美金是不是？对，是40亿美金。外资它持续卖超的情况啊，是好像一直没有停歇。啊，但是相对的，我刚刚也有啊谈到哈，就是说现在呢，全球的股市呢波动非常大，它是在做修正了哈。那不过呢，相对的其他的的那个市场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调整呢，它的幅度还是比较少一点呢、啊。假设台股造成恐慌性、非理性的卖压不断的出现，是央行有没有什么金融的工具可以来救市？不过外汇存底要不要拿来买股票啊？不过外汇存底不会啦，我们外汇存底是不会。有没有考量过？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
外汇存底可以去买美国的债券，你不可以买台湾的股票呢？没有，因为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会变成有两层皮的那个的想法，因为我们是美金。那新加坡主权基金也都在买啊。主权基金跟他的那个中央银行所握有的那个的外汇存底，那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的机制，它是截然不同的机制。以前讨论过嘛，外汇存底要拨一些钱来做国家的主权基金啊。主权基金，它的主权基金也分两种，一种呢是纯粹对外的，有一种呢是对外对内都可以的。但中央银行呢不会就是说。好了，时间到了，总裁。那个台湾的利率什么时候调降？我们3月19号的时候呢，理事会未来讨论，就是说我们的利率是要怎么来调整，会在、听说要调降两码是不是？这个我不晓得，还是一码？我现在没办法。调降是一定会调降了哈、这个那就是一码或是两码，这个会理事会会决定。你问无啦，问无，今日一定问无啦，无答案啦。好了。谢谢，时间到了。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农民仔委员，我得讲一点猛无哟，配你别装。来，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是何志伟何委员。谢谢主席，我们有请总裁。来，有请我们杨总裁。谢谢主席。何委员早。早安，主席辛苦了哈。那个总裁，我想请教一下哈。是。我们今天其实看到蛮多媒体有在讨论到关于现钞钞票的问题。是。那是否会可能感染或者带着病毒到处跑？那但是我现在不针对国内的，我想请教一下国外的案例，他们都怎么处理啊？国外的，因为像欧盟嘛，他们怎么处理其他地方来的或美国？对，我想哈，我所知道的就两个国家了哈。是。一个呢就是费德哈，费德呢他就亚洲回去的回笼的那个，从亚洲回笼的那个美钞，他就是要隔离，他就是要隔离14天嘛哈。隔离14天，14天隔离他们的现钞14天。对，那另外呢，在韩国的例子呢，他是回笼的钞券呢，他是也是再出去，他是也是隔离14天。那在隔离这14，他们第一个做措施可能隔离2周。那在隔离的2周，他们有什么作为？他照，因为他包装的时候呢，他会有2秒到3秒的一个高温150度的一个杀菌。这是他的。那我们台湾现在，我们的程序也都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是一样的。好，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有正在作为当中吗？针对这些现钞，有，是有有。那处理的量 OK 吗？因为其实应该量是减少的，是，对不对？是。那针对本国钞票有要做这些作为吗？还是是啊，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一个作为。好，我了解，这个是民众的疑虑，代为询问一下。好，那请教一下总裁啊，就是说，新冠武汉肺炎持续烧，美股啊跌跌不休，那一下又暴起暴落的哈。是。那我们在预计，包含像油价的下降，可能会导致哪一些可能？像是停滞型的通膨也有可能啊，因为经济活动并没有起来。对。那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的GDP 今年预估，最主要的冲击可能在第一季降低，可能0.1%到0.7%。对。那我想请教一下，看起来从 Goldman Sachs 他们各个主要机构在讲，可能会持续延上，因为还在变化当中。是。想请教我们对于经济的预测到底为何呢？我想哈，我第一个我先跟委员报告哈，就是说我们中央银行的预测哈。我们呢会在3月19号，我们这个预测数字呢，我们会公布、而且我们也会说明。下个礼拜四。下礼拜四。好。是。那接下来再请教一下，台湾是出口导向国嘛？哈。是。那经济预测，你说3月19号会做一个 release，那初步我们会抓哪一些指标呢？这一波看起来比 SARS 更严重，所以我们的参数指标哪一些 index 会主要去做参考？我想我们会分成3块了哈，因为我们如果说在
预测这个我们经济成长率的时候呢，我们大部分会注意三块。嗯，哦，第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消费，消费，哎，我们的消费，跟当时候SARS也是一样，注意消费。对、okay ，你的消费呢，会大概会受到怎么样的一个冲击？好，第一个消费，哦、第二个 是消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民间投资跟我们政府的政府跟公营事业它的一个投资情况。那第三个大块呢，就大概就是说我们进出口。进出口，好。那讲到进出口哈，请教总裁的部分。2019中国它的进出口原则上全球比重来到13%，是最大的出口以及贸易国哈。对。那现在针对我们就收敛一下，讨论一下我们的出口动能的部分，您会有什么观察？我们央行的有可能会预期或者 我想呢，我们的进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不会受到影响，你还是会不会出到不会，还是会受到影响，会受到影响。嗯、那影响的范围？影响的范围哈，因为基本上呢，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出口受到影响，你的进口也会受到影响，对，原物料跟供应链。那两个、对，因为你的出口要你的进口影响，受到出口影响，但是这两个会相抵，相抵的时候呢，它因为它是进的嘛，是 net，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它所受到的冲击呢，也不会对我们的所得的影响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好的，我了解。那最后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询问哈。是，就是美国大幅哦，而且是突然大幅的降息两码，突然降息两码。对。那台湾其实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的利率其实已经，据我所知，将近十多季是不是利率没有动过嘛？对不对？没错嘛，哈。是。那问一下，我们新台币见到29字头，那我们现行的重贴利率仅1.375%，是哦。那跟我们当时候金融海啸的历史低点1.25%哦，仅相差，对不起，0.125%。是。那感觉起来，我们目前是不缺资金的。很好奇，想请教一下，就是有没有相对外资？虽然我们有管控进来进出，有管控，但是我们有没有任何炒汇的一些征兆或现况？啊，报委员哈，基本上就是说，他的外资哈进出，我们大概都会有注意他了，对，都会有没有注意他。那如果说他进来了以后，他一直就是说都没有进入股市，那这个我们会提醒他。嗯嗯嗯。其次呢，他卖了股票，但是呢，他一直停留在那边伺机。他说他伺机要再买股票，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他没有买股票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他。所以我要请教的是，有没有炒汇的现况的征兆？到目前为止呢，因为现在呢汇率就是波动那么大哈，对，我们也很难，因为以我们现在的估看到他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说我们也觉得就是说他卖了股票。但是呢，钱还 parking 在这里，对，我们也会觉得了哈，好像这个，但是呢，你要有证据，你要有证据，但是呢，这个要提出证据啊，是不大容易的，所以我们只是密切的注意，就像刚刚我说那个两个原则，那一个请求就是请密切注意，好吧？因为台股跟相对其他地方表现还是 OK 的，是，所以很有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也好，好不好？谢谢，我们时间关系，谢谢，辛苦，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何委员。我们下一位质询委员是李桂敏，李委员，李桂敏，李委员，李桂敏委员不在。我们下一位是郑立文，郑委员。谢谢主席，请杨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啊，郑委员好，总裁好，是。
我也是要就教于有关于降息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跟总裁报告一下，因为您刚刚讲到对疫情的一个评估哦，是总裁太忙了，可能没有在 follow 最新的新闻哦，因为您刚刚讲到说可能在六月的时候，这是目前我听到最乐观的一个评估，因为中国大陆的疫情刚刚本来讲四月，可是因为现在全球欧美疫情的爆发，所以说中国大陆的专家也说延后，大陆本身都要到六月才有可能疫情控制住，那再加上欧美的这个疫情的爆发，所以大概要拖到第三季恐怕是不能够避免了啦。我先跟委员报告哈，我刚刚所讲到就是说六月哈，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的经济成长的一个评估，很大一部分呢都是以六月为主了。是哦，是，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意思啦，总裁，我怎样列意思？我只告诉你说，因为疫情不断的在延烧当中，所以说你刚刚说的这种评估报告，它也是根据旧的疫情。是。那现在新的疫情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越演越烈了，可能要拖到第三季了啦。我的意思就刚刚是在讲的，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评估的一个经济成长率呢，大部分都是以六月比。是，我懂，总裁，这个我没有要问你啦，哈。拍谁？我时间有限哈。所以现在还是要问的，就是说有关于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降息？当然就是因为有美国央行带头，然后全世界的美国联储会带头，全世界各国的开始在降息，因为疫情的爆发，所以台湾是不是有必要要降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次对于经济的重大威胁，它其实是实体面的威胁，跟过去的金融风暴是不一样的。所以金融机构本身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爆发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实体面，因为疫情的关系，不只是需求，现在连供给面都要面对断裂的问题，所以整个需求跟供给急动的时候，全球暂停的时候，对整个经济的实体面造成重大的冲击。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财政扩大的支出，也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在讨论的这个这个纾困跟振兴经济的方案，恐怕才是重点。但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大家总是希望双管齐下，免不了会去讨论到货币政策，也就是今天降息的这个重点。那刚刚我听到总裁在回答前面几个委员的时候，你有提到就是说四个主要的考虑，就当理事会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四个主要的考虑哈。那么第一个考虑，刚刚总裁讲的就是物价，总裁讲的非常好，也非常清楚。那第一个是物价。如果以第一个物价来讲的话，就教育总裁，现在台湾其实并没有通膨的考虑嘛，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要降息的话是有空间的啊。那第二个就是总裁刚刚提到的是汇率，那汇率这段日子以来，其实台湾的汇率也非常的稳定，所以相对来讲，换句话，央行要降息的话也是有空间的。那第三个就刚刚讲到，就是说你们当然优先要考虑的还是整个金融业的稳定，银行的稳定的状况。那么因为现在台湾的资金是非常充裕的啦，甚至于是非常腐烂的哈。那不过发生了重大的疫情，请问一下总裁哈，就二月份您的理解，相信你一定非常的清楚哈，在台湾银行有没有出现大量违约或违约金暴增，相较于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到目前呐、啊，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我们的还好。对，好。那么再来，最后最重要的考量就是总裁您刚刚讲的，到底有没有办法救到经济嘛？是。啊，如果降息有办法救到经济，那我们当然是请命啊！哦，要严肃的去考虑降息。是。啊，那不要不给，那不差，有没有降都没差，那当然就是尊重央行的一个决定了哈。所以呢，我们也不在这里越俎代庖，请教总裁，你觉得降息对这一次经济的重大风暴的冲击，能够帮助，主要可以帮助到哪些？我想有没有帮助？我想哈、哦，就是说，基本上很多的一些的经济学家也都说认为哈、哦，就是说货币政策是比较有限，哦，那他认为就是说财政政策可能就会它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如果说总体来讲的话呢，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对于短期之间的一个经济的波动呢，大部分都是认为就是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要 combination，
要组合，那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短期的波动呢，经济的一个影响呢，会比较好，它的效果会比较好。好，所以我现在就是时间也到了啦，然后剩下一分钟时间，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啦。好，那基本上按那听起来啦，就是说，因为目前为止是很难得啦，我们在野党都还希望政府不要低估整个疫情对经济的重大冲击，尤其我们台湾又是非常依赖国际贸易的一个经济体，所以现在600亿扣掉200亿，其实只剩下400亿是真的拿来做纾困振兴的方案，杯水车薪啦，你相较于其他国家的规模真的太小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才是主力啦，但是难免大家对央行的降息可能会有一所期待。啊，如果真的不要不跟大家尊重央行，如果没有必要降息，现在资金又腐烂，何必要降息呢？但是就刚刚总裁的讲法，恐怕我听起来了，好，总裁你也不用评论啦，我听起来你是比较倾向双管齐下，那我们也乐见其成啦，毕竟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空间，还不至于陷入流动性 的陷阱了，所以在这部分还是辛苦了，但是跟总裁报告，疫情越来越严重，六月份是不会结束的。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我们下一位质询，请庄敬诚庄委员。庄敬诚庄委员，庄敬诚委员不在。廖婉如委员，廖婉如委员不在，廖婉如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不在。于天，于委员，于天，于委员不在。啊，书面啊，那张下一位张其禄张委员，有请杨总裁。啊，张委员早。剩两位。哎，怎么一直在跑？啊，不好意思啊，先等我一下。啊，我刚才一直在，可以用，没有啊。不要再动。好，拍谁拍谁。好，那你帮我好了，你帮我好了，好吧。好，那个总裁啊，那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短一点哈，其实我想向您也说明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哈，这个最近疫情很严重哈，那我们现在也是在一直在谈整个台湾的政经的这个环境哈。是。那目前看起来好像，其实刚才我想前面的委员有在谈一些降息的问题啊，其实我的问题很接近了。其实我们现在看看哦，台湾目前这个政经环境哦，有这个八低八高哈。我先整理一个很简单的背景，让总裁知道一下哈。是。就是我们现在大概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一这样子，就是走低汇率、低利率的这个环境哈。其实不管财政的工具或者是货币的工具，其实走的都是这一套哈。那其实现在我们整体来讲，其实不要说是最近哦，其实20到30年来看起来都是这样往下哈。其实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哈，老实说，在过去拉到现在哈，那当然现在冲击更大，其实也是非常的低啦。其实现在大概要是我们从比较经济学的概念说，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构转型哦，大概也说实话，可能也拉不上来了啦。好，再往下。那这个贫富差距更不要说了哈，其实哦，我们之前2013哦就不再公布那个五等分的那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超过100%的这个，就是超过100倍的这个。有钱就20等分的话，有钱跟最没有钱。那其实这个再往下好了哈。那其实这个台湾的贫富差距，我现在当然给的这些资料也都是从你们的相关资料整理的哈。其实也很简单，而且现在有钱人的多数的财产来源就是股票跟房地产。哎，是。好，那这也是一个事实哈。那我们其实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往上移啊的这个情况跟美国是比较最接近的哈，跟整个美国都接近。再往下好了哈。那这个财富分配不要说了哈，1997年之后哈，简单讲说，如果说我们，总共赚了100块钱这个公司的话，这个老板拿走了60哈，伙计只能分那个另外的40。对。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就是长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什么 GDP 看起来偶尔还是有点点成长，但是实质薪资所得都是一直在降低了哈。是。好，再往下，我想这些因为都是实际的数据，那我们的财政的收支状况、债务高筑哈，往下。好，这个债务的我不用多报告数字，您这边比我们的数字更清楚啊。再往下，好，地方政府那是更惨，好，几乎全台湾没有几个所谓良好财政体制的。好，再往下，
好，那地方债务这是不用说了哈，往下直接。好，那种什么之前也很多的民间团体做出来的哈，我们也看到什么财政昏迷指数太多太多了哈。那高龄少子化等等，好，再往下。好，这些都是现象哈，我们就略过了哈，已经节省时间。好，然后我们现在很多的冲突，好，再往下，再往下啊，好，就其实这重点就这一页了。我必须这样讲哈，因为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跟总裁在这边。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台湾哦，这二三十年来哈，其实我们一直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这样子哈。其实之前的彭总裁哦，我们当然很尊敬他了。有时候我们但是必须老实说，如果要得到 A 级总裁也不是那么难呢。其实你只要两个东西都把它弄低一点，就是汇率弄低一点，利率弄低一点。可是这个问题也是今天台湾很多本质性社会上所看得到的问题。就是说，利率低了，汇率低了是很不错了。好，再一往下一页哈，一个学理性的探讨。其实哦，我不知道总裁你们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啦，就是讲说国家的财政危机啦。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财政危机？就是因为我们一直这样子玩这个政策。其实现在为什么年轻人一直很无奈？因为说实话，他只比我们晚生二十年、晚生三十年，他就惨了。所以我只是觉得说，就是说我问题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降息，刚才前面的政委员在谈的时候，我们现在经济衰退降息，失业率衰退降息，股市暴跌降息，武汉肺炎还是降息，所以就是都是用降息这一招，这个真的能够救吗？总裁你觉得？我刚刚也跟委员报告，就是说降息或是升息都有它一定的考量了，是不是？那它降息升息呢，有些时候是它的一个果，它是一个果，也就是说你的因为是你的环境是什么，我们根据这个环境呢来做了这个决策，所以刚刚委员的就是说，我们的利率都是那么低，不过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的利率低，那我们就是要，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货币政策利率的决定呢，是看你的物价，是不是？所以也就是说，是因为你物价很低，所以我的利率才低，而不是说因为我的利率低，所以我的物价才低。各位总裁好，好，那因为时间有快到，我只是几秒钟，我就做一个结了哈。就是之前中研院他们很多人早就谈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崩世代哈，其实还是跟我们很多的这个货币政策哈，还有这个财政政策是息息相关。我觉得坦白说了，央行至关重要了，但是要为更长期来着想，不是只是短期的救急。好，因为我们现在救急的短期工具，说实话，我看大概都没效了。好，就是期待那个总裁这边，我们长期更有更好的规划。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张其禄张委员。我们下一位咨询委员江永昌江委员。好，谢谢召集人，请央行总裁。有请我们杨总裁。总裁，我要姜委员早。提醒的是哈，是，其实现在说话最有影响力的排名也不是你的了，现在是陈时中，你知道吗？所以刚刚很多委员的询答，我都不知道说央行是讲真话还是信心喊话了哈。是，我第一个我跟你们讲，你们的资讯啊，你真的要小心啊。是，你真的不要说哈误判情势了。是，我就先问你，现在其他国家被台湾列为三级边境管制回来要居家检疫14天的有哪几个？没有几个了，啊，我怕你答不出来了。你知道日本是几级吗？我们的日本呢，不是第三级啊。日本回来是自主健康管理，会不会疫情失真？你知道吗？哦，我本来还想考你说什么叫自主健康管理，什么叫居家检疫，什么叫居家隔离的，但是我怕大材小问了哈。是，给总裁自己去研究清楚。好，谢谢。太多的国家，他可能没有检疫的能力。检疫不实，或者他隐匿疫情啊，是都会造成台湾的误判啊。是没有错了，我这个我要同意了。我读你们的报告了，所以我说这个央行你不要只有听片面，你的资讯要收集完全。是，其他的部会也许有政治的因素、国际的关系，要有不同的考量。其实我星期二做完咨询，星期三
你看好多国家在欧洲就立刻提升了疫情建议的等级了。是， 是我们想到美国啊，美国 NBA 今天有个球员啊确诊啊，是，那球赛无限期停赛嘛，是，那日本可能就要又要宣布紧急了，就日本到现在才二级，美国现在还没有半级，还有很多失真的国家，所以会影响到你的判断了哈。是，是，好，那现在大家哈都叫你拿药单来对经济救命了，嘿，是，我看今天很多人都问了哈，你看。我们 GDP 现在我们对中国跟香港的依存度是最高吧？是啊，在2003年的时候，出口是多少？出口的依存是多少？啊？你知道本席在问什么吗？哦，在2003年那个时候，相较于现在是这个，我们大概现在是40%左右了。对，当时是35.8%，三十五点几。那2003年我们进口的依存度是9.9%，现在是20.5%。那中国跟香港大家都知道，现在经济的冲击已经非常大。可是你的报告有转单效应呐、啊，那你的转单效应什么时候会浮现？啊，我想哈，我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哈，我们就2019年来看的话，2019年当然香港是不好了哈。那四小龙里面，台湾还算是可以啦，哦。那2020年的一个估测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哦，包括我们主计总处呢，它也是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2.72%，那现在呢开始在下修，哦，那中央银行呢，我们原来是2.57%，现在呢在3月19号的时候。不，总裁，我问的问题是转单效应诶，转单效应现在报告里面没有给我们时间呢、啊，所以其实我今天其实意有所指，就是说大家不要做这一个短期的一个考量，而是长期你的抗战该是什么呢？那当然，我想哦，就是说转单效应呢，在去年是有转单效应，在今年也许有一些的转单，人家说转单或急单的效应，但是呢，这个都是非常短暂的啦。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转单效应应该不会能不能抵得掉对武汉肺炎的冲击？对，中国那边现在叫人民不要出门，台湾现在叫人民不要出国啦。是。再加上我刚讲的疫情失真严重的状况，以及对中国香港 GDP 依存度啦，是，就是出口跟进口面呢、啊，没有错啊。转单效应什么时候会开始啊？你现在开药单了呢？我们没有，我们就说可能会有一些的转单效，不过就成如我刚刚所说，我们的转单效应没有具体啊，我知道的没有具体了。那当然，我会跟总裁讲哈，你现在认为说最大的经济面的问题是什么？我想呢，我们是消费嘛，你有写消费了，我跟你讲，SARS 2003年2月爆发的第一个月较前期下降8%，第二个月立刻再下降17%、对。那我们现在二月的时候是武汉肺炎爆发嘛，与去年同期下滑是8%，是。那你觉得三月会是多少？我想哈、哦，我们的消费呢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在消费这个部分呢，不会像那个 SARS 那样的哈、哦，我们是急速下跌。哦，你是这样认为啦？我本期不是这样认为，因为我看完你们的报告，我要跟你加一点了哈、哦。是。那。现在真的不见得一定是供需问题啦，不是可支配所得或者 物品的价格，也不是什么供应链断裂，那个都很重要，但现在其实是恐慌问题啦，是没有错。总裁应该比我还要非常知之甚详，这个是行为经济学嘛，是啊，你们有没有针对这样如何去做因应呢？我想哈，就是说刚刚大家讨论那边原油啦、黄金啦，是讲那些听起来供应链啦，是，可是现在是恐慌问题啊，是，它不是传统经济学啊。那你们的研究当中制度这个东西做出来的现在的，就是说国家需要中央银行，你们的相关的意见跟。拿来作为政策使用是吧？对啊，我们也会认为就是说是消费是会受到影响啊，我们也是认为是这样啊。不，我不是只有说央行说会怎么样，我们现在还要你提出方法、啊、提出建言啊。我想呢，中央银行的我们的职责呢，就是说我市场哦，你刚刚是在讲的恐慌嘛。那中央银行呢、啊、就是说针对恐慌你的建议是什么？对啊，那我们中央银行的一个职责呢，我们就是说要让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哦，这个是我们的职责，让我们的外汇市场呢能够稳定。让外汇市场的具体作为是什么？
那当然，刚刚我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会密切注意，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大家恐慌股汇市。好，因为时间很宝贵的哈，容我打断你的那个。现在大家都在讲有关于重贴现率跟担保放款融通利率跟短期融通利率。你知道彭总裁的时候，是他总共降息几次，升息几次，他哪些年度没有动，你知道吗？是。好，你不会有彭淮南障碍吧？他的那二十年，我跟你讲，降息十二次，升息二十一次。嗯。但是最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从2011到2015啊。嗯。那一段时间没有动啊，总共有四年两个月不动啊。是。那你是说怕再增加这个记录吗？我想哈，就是说各个这个不是用次数来决定是怎么样的。我的意思是，2016年7月要到现在，也差不多2020也差不多快达四年不动了。嗯。总是不动，一定要很具体吧？过去2011到2015。四年不动，突然动了，因为中国的景气啊，人民币啊，美国缓升，是它的这个利息，台湾自己本身的 PMI、CPI 的指数不佳嘛，是。但是这一次相较于当年的调动，我觉得这一次更有正当性啊，所以你真的要去考虑一下。但我提醒一点哈 ，SARS 那时候也不是当下都调了，2003年2月 SARS 开始爆发的时候，也是到2003年6月。才开始去动利率，嗯，这我本席给你的建议了哈，嗯，那我要问说，你现在自己自保，你有什么方法？你有什么方法自己自保？我想我们这个在3月19号的时候呢，我们会做决定。我说央行，你对自己啊，日元公债，你现在的避险部位你怎么自救？刚刚有人提到黄金啊，那黄金你现在是买入卖出还是这个布局？日元公债，我跟委员报告了，我们日元公债我们没有投资。他们现在也走高了嘛，啊、现在去追也不对了嘛，啊？不，他一直因为我们是做长期投资，我们不是短期投资的，所以呢，他的利率都是那么低的时候，你看看我们如果说是长期投资的时候呢，我们会去买那个没有利率那个利率是负的吗？那现在对于黄金的现在的波动这么大的部分，你怎么做？所以我就说，我们的握有的资产都是长期投资，我们不会就是说哦，因为它上涨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总裁的意思是，现在黄金波动这么大，上涨这么多，按你的政策是不动。嗯，这样就好了嘛？不是，因为也不是我们的黄金，我刚刚也已经讲了，黄金我们一直的政策就是说我们不买不卖，他就不买卖啊。我说不动，对对对，这样不一样。是啊，就是，好好好，但是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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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我这里哈，我来提出要单呐、啊。哦，好，谢谢。现在呀、啊，我们中央部会呀、啊，防疫中心大家在研究，在商量，跨部会在做一个事情了、啊、哈。是，也就是说，租有国有土地房舍的。缓收租金呐、啊，要停到年底的时候再开始收啦。是，我觉得那个最终还是要收啦。是。我想提出的是哦，拜托你们回去研究一下。是。大家都把租金往下降，政府来带头，民间也跟着做了。是。如何？现在租金先打个几折这样子嘛，让大家共度难关，店面还有一些工厂都还可以继续下去嘛。是。但是房东也担心说他自己的金流就断线了，是，哎，怎么看？是，我想、啊、从政府带动减租哦，减租不是缓升缓收哦，是，报委员哈、哦，就是说，然后到民间的做房东的人，不，这个就是说各个部会有他的执掌啦、啊，哈、哦，那像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啊，这个报委员这个不是中央银行的执掌啦、啊。哦，那我不是你的执掌、是，但是我希望你去做研究吧。哦，那这个做 study 是可以的，可以。是吗？以前公务人员加薪有没有带动民间加薪？可以。也是央行出来有没有？是的，可以的。什么时候可以做一个研究报告？要尽快啊！如果这一个药帖是有效的，是，可以哦。好，我们给我个期限，可以。好，可以。最后一个事情哦，本席很生气的事情。是。咱们这一次啊，为了口罩的购买，在药局那边排队，又怕接触你的钞票上面有沾有病毒了。现在也为了让上下班时间不行的人要去网购了，你底下的财经公司的台湾配是到底在这一波当中做出了什么贡献？是，
我没有看到他有什么作为啊。是是，好，好，有了，不是做，不是啦。总裁，你有没有手机？我有手机啊。你手机拿出来一下，好不好？我手机也拿出来一下，好不好？我现在没有。我跟你讲一下。是好。我们的手机啊，来，董事长，是不是直接就可以下载 App， 变成收款方跟付款方啊？我不知道总裁跟知道，董事长你知道吗？是的。那你在药局为什么不趁现在去推那个贴一张 QR code 就可以了，或者是手机直接下载就可以啊？我没有看到这个作为呢。是的，跟台湾配国家队，我们投入了多少？他不但自己可以做支付，他还可以服务其他的支付。远端、近端平台，通通没有听到声音啊！请问这次台湾配，我先讲实体，人家药房怕接触纸钞，你们刚刚都在讨论什么啊？中国人民银行旧钞收回来，新钞放出去啊？这个新钞使用收回来，还要什么紫外线消毒？再讲那些，你明明就有我们自己的支付工具，那么多药局从开始到现在有去谈吗？没有进展呢。跟委员报告，莫名其妙啊！这个小店的部分本来就是台湾配锁定的目标，这个我们会去努力的。另外，在那个没有成绩吧，对吧？到今天我咨询没有成绩吧，在这一波当中，不要讲说他对国家队 对人民的贡献，光是自己的业务在这一波有什么进度？是另外一个跟委员报告，现在那个口罩2.0后面的金流其实就是透过转账的机制，所有 ATM 的机制，这个都是财经最近是非常努力在配合。那是财经公司，我肯定嘛，哈，官贸他们都进来负责。但我现在单讲，如果你讲网购，我就再跟你讲，是，我也是靠网络付款或网络 ATM 实体 ATM 啊，在台湾配台湾行动支付，在这一次，我刚先讲实体通路药局，现在在讲网购，是它的贡献是什么？其实也是一样，就是说台湾配在网购的部分，我问了嘛，我问了说，刚刚讲实体通路，你们没有去拓点，尽量去宣传，现在讲网购，是我三番两次一直问，就是没有问到台湾行动支付公司在网购这一次。跟委员报告，在网购的部分，其实现在各个网站上面的 ATM 转账，其实都是在用台湾配在做的，只不过在表面上面其实是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而已，事实上他都是在做。所以在整个台湾配为什么在去年能够做到510亿，其实这一块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好，我刚刚就讲，那就分别，因为我们现在2.0其实是药局的这个口罩购买继续嘛，是，但我们这个网购到超商的这个又多了一个方式再结合起来，是我们财经公司以及我们台湾行动支付公司在这两个的作为上，我就交一个报告出来给我们了，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是的，是的，是的。好，谢谢。我刚讲的很直接的了哈。是的，总裁应该听到本席的意思的。你那边讲超券讲了老半天，手机出来下载，只要那个药局的老板有手机。对不对？啊，那你怕碰到钱币，怕碰到钞券，你扫我一下，我是付款方、支款方，很方便的、啊。没有做啊，不用再加任何设备啊，是吧？是。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好啊，蒋委员，谢谢哈、啊。好，时间到啊哈。好，谢谢。啊，恁那台湾配，恁那加油啦！迄、那个这波个恁创袂好势，啊，这等于咱咧做口罩啊，卖口罩，这波做袂赚钱，都好关店嘛咧，嘿哈。好不好？好，我们今日哎 ，no， 还有下一位，请洪孟凯，洪孟凯委员，洪孟凯，洪孟凯委员，洪孟凯委员不在。那我们今日登记发言委员金宇询答完毕，做如下决定：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讯，请中央银行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另外，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委员于天所提书面质询列入我们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中央银行以书面答复。本次会议议程已进行完毕，倘有不在场委员补提书面质询，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我们今天询答到此，散会。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